报告委员会本周一、三、四是一次会，所以现在继续开会。那今天的议程有两个，一个就是我们要审查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有关中央研究院的预算案。第二个是呢，我们要审查106年度中央研究院科学研究基金附属单位的预算案。以上两案均进行询答以及审查，相关的提案请在今天上午12点以前就必须要提出。我们首先介绍在场，改了。12点，所以今天我们首先介绍在场的委员，不好意思，委员就是我柯志恩，好吧？其他的委员都在路上当中，请大家稍待。还有呢，我们是要介绍其他的官员，我们是不是请廖院长帮我们介绍一下？虽然不在，但是都你要在那边介绍所有的官员是不是？好，接下来我 OK 好。麦克风。好，首先介绍的副院长黄进兴，副院长周美莹，秘书长施明哲，学知会执行秘书孙以翰，学知会副执行秘书黄书鹏，学知会副执行秘书李超煌，学知会副执行秘书吴素信，制裁处处长吴汉忠，主计主任徐代元，副秘书长蔡淑芳。秘书处长吴崇礼，总务处长范玉君，国际处长陈怡庄，学仪处长陈君厚，知府处长王大为，人事主任王永大，政风主任柯英燕，生医所研究员沈志阳。好，还有这边的啊，还这应该是这样就有些。好 ，OK， 好。下午还没请。好，好。没关系，院长现在没有看到空无一人，但是摄影都在照，所以大家都在看电视了，所以这个程序我们还是要有的。那我们现在我们就先请廖院长进行预算报告，时间是10分钟。好。好，谢谢主席。今天很高兴再度来的贵院进行我们的预算报告。好，下一张请。今天我要利用10分钟呢介绍我们的预算编列情形及本院施政的要点。在此之前我想利用几分钟呢跟各位的报告这个我们在11月19日咨询重点的说明。好，下一张。第一个的在11月9号。有委员提到关于的档案史料的阅读使用规范的问题，本院将于11月24日召开会议，针对阅览的及复制规范通盘检讨，然后我们想严厉放宽全年应列总账数限制，制定更开放的复制办法，那我们又与外交部协调档案史料开放事宜，那这个。这个研处的结果将依锁定时间交贵委员会。下一张。另外有委员提到这本院网站资讯公开的建制情形，那这部分我们已经改进很多，仍在进行当中。目前已经在网站上公开的有所属的23个委员会，这个未来将继续收集资料更新，这些包括法规、预决算、公务统计、获准专利项目、技术授权公告等。好，下一张。然后呢，关于这个本院法务人员与法务工作检讨及处理情形，在短程目标呢，我们计划在现有的预算额度内，与本院秘书处与制裁处增补法务人员，由现有的3名增为6名。这中程目标呢，我们希望成立的专责的这个conflict of interest 的 office 就是这个利益回避、利益冲突的委员的办公室，然后能够确保计转的合法性、妥当性。长程呢，我们希望整并本院法务组织，修改处务规程，成立独立的法务单位，这样能够确保我们法务功能的确实执行。好，下一张。好，关于这个本院民主治理与改革小组建议之后的后续处理情形，我们现在已经
关于这个已经将这个优先处理的项目已经这个整会诊出来啊，譬如说啊，提高院务会议之研究人员代表比例啊，我们近期要召开委员会及院务会议来审议啊，其余的事项我们已经完成可行性评估，未来会逐项办理啊。下一章啊，关于南部院区的部分呢啊。我们在先期规划预计今年底完成，然后2016年是规划设计，然后2017年到2019年是新建期，最后在2010年是进驻启用时期。那我们预定在2015年底提前送综合规划报告书，争取那个 F 区的土地全区公共工程第一期建设工程款，然后在2016年四月底行政院审议通过。随即办理规划设计及环评，2016年底工程发包，2019年底新建完成。好，下一章。啊，关于最近的这个学术伦理的争议，本院在两天前发出一个给同仁的公开信呼吁全院同仁共同守护学术良知，呼吁同仁能够一本初衷，追求知识的突破。与科学的创新，并享受其所伴随的喜悦，而不是迷失于虚名尽利而弃守学术良知。同时，我们再度重申，我们要追求重质不重量的研究成果。那这个研究品质的维护与研究水准的评价最重要就是学术伦理的把关。那我们鼓励同仁在研究工作中怀抱荣誉心及自豪感。以实质的研究为荣。那我们针对学术伦理的争议呢，我们要以公平公正的立场来处理学术伦理的争议一切凭证据说话，只要有具体的事证，本院将以公平公正的立场 来处理。下一章。好，以下我们想简介一下我们今年2016年度预算编列的情形。好，下一章。2016年总体科技预算，我们总共编列了98.69亿，其中用人费占了52%，研究费占了34%左右，维运费占了12%左右。那这个2016年度核准的金额，较2015年度的法定金额还短促了2.6亿元相当于6%。那下一章，本院2016年预算编列情形大家看到，在这用人费几乎是维持每年大概维持相同的额度维运费也差不多是每年相同的额度，但是研究费是逐年减少，到2016年我们现在就34.07亿。好，下一章。这是本院2016年度基金预算的结构分析这是按预算的来源来做分析。其中呢，我们有这个政府拨入的收入有26.39亿元，占50%左右另外一半呢是接受补助或委托计划收入，也差不多有25亿元，那个占47%。然后财产收入呢，将近1亿元左右，相当于1.7%。那假如是按用途来分，下一章，就是按用途来分呢，这个接受补助或委托计划的是占最大一部分那占有47.39%。政策额度计划呢是占有24.4%。然后国家升级园区呢是13.9亿元，占26.3%。好，下一章。那本院的施政重点呢，我们分为三组来介绍。那由于时间的限制呢，那我们下面几章的这个报告，我们就列印给各位委员参考。我想我们今天就报告到此结束。好，谢谢。好，我们谢谢廖院长。
那现在我们要进行综合的询答哦，每位出席委员质询的时间是8分钟，必要时候得延长2分钟。列席委员的质询时间是6分钟，不得延长。那我们上午的时候会择期来做一个中间休息的10分钟。发言登记截止的时间是上午10点30分。那委员质询到12点完毕后完全停止，因为我们要请议事人员整理预算的提案，我们下午2点30分继续开会审查。委员如果有临时提案，请于质询结束前提出。处理临时提案的时候，若提案委员及联署委员均不在场，我们原例不予处理。那我们现在再来介绍我们今天到场的苏巧慧苏委员。好，现在就请苏委员来这个地方。对，好，因为我们的招委现在下大雨挡在路上。好，你过来。好，那我们首先请发言登记第一位柯志恩柯委员质询。谢谢主席，我们请廖院长。院长请。是，院长早。早。我想今天呢，在这个预算答询之前，先给你一个小小的肯定，因为最近发生的杨校长他的这个挂文，这个论文的挂名的风波，你在最快的时间之内就发函给中研院，表达了中研院的一个立场，我想这是非常好的。那我想呢，就是因为这件事情闹得沸沸扬扬，我想请问一下院长，你对于所谓的院士，因为他是至高无上的一个学术荣誉，还有你们所管辖的这些研究员，你们的学术伦理的标准会比一般高吗？我想学术伦理是放诸四海皆准的一个标准，那每一个人心中各有一把尺，我是呼吁同仁啊，要以自我最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啊，不管你是今天是学生也好，你是院士也好，每一个人都要以最高的学术道德、学术良知来要求自己。是，那因为一连串发生这样的事情，包括杨校长也特别提到，或许应该找这个所谓应该强调这个 research integrity， 他们甚至要找这样的 office 到这个台湾过来，给学生可以给教授上这样的学术伦理的课程。那万一发生这个状况，不晓得你可以分享一下，很快时间国外遇到这种状况通常会是怎么样？你认为上这些课就有办法让我们全台湾的学术的这样的一个抄袭或是盗用的这样的一个风气会慢慢比较减少吗？希望会减少，但是光上这些课是没有办法治本的但是不上这些课也不行，因为所谓这个你不教而杀，这样子的话不是不好的。所以今天假如我们能够把所有的规范跟所有的研究同仁，包括学生，从学生开始一直到院士到最高 的研究人员都要反复的强调各种不同的情况是什么是绝对不可以容许。那如果院士有这样子的挂名，万一他查证有这样子的一个属实的部分，院长你特别也提到了这个中研院绝对不姑息，这是你在信上所指到的，何谓不姑息？我们一定秉持公平公正的立场处理，而且我要重申，这个院士是一个荣誉，它并不属于中研院管辖。OK， 院士有大部分是分散在世界各地包括国内各大学。所以，即使院士的有一些研究上面的问题，假如的话，这院士的头衔还是可以继续保持的。是，它是一个这个荣誉。好，即使他的荣誉已经被沾上了一些的污点的，所以我们希望中研院能够严守这样的规范。毕竟你是我们目前为止研究的最后一片净土了，院长你要守得住啊。好，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今天的质询了。今天质询，我们先首先来看我们的生医产业，因为目前是生物医学的论文发生的一些的问题。那我们看一下院长，你可以看一下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我们政府大概投注在这个生医产业当中大概花了400亿以上，包括今年我们行政院已经核准要到生医产业计划当中有109，就是生医产业创新推动计划。那我想这每一个计划当中呢，这个中研院其实都有牵涉其中，而且都是一个领头羊的一个角色。但是接连发生这么多的状况，包括上一次的这个基亚或是我们的浩鼎案，那浩鼎目前还是在中研院的育成中心里面吗？好像没有，好像没有在是在这个育成里面。好，
所以目前为止，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出这个部分，就是不管我们的生医论文，不管我们现在就非常多的厂商，还有包括我们政府提出了这么多的生医计划，是不是你有考虑，就是说花了这么多钱，然后生物医学发生这么多状况，我们是否要重新到位来重新盘点一下，或是重新彻查一下这整个的发展的方向，还是你认为这个发展的方向目前为止还是应该维持既有的一个轨道啊？我想我们要就事论事啊，这个发展的方向本身我想是没有争议的，只是看我们怎么样做法，其中或许有一些瑕疵，或许有一些做的不满意的地方，那个部分我们当然是要深切检讨，但是我想发展的方向是毋庸置疑的。为什么我要特别提出来呢？因为你这个部分里面，我们看下一个部分啊，其实我们像我刚刚所提到的下一页，我们虽然所提到的这个从硬体来看嘛，国家生技研究园区的，其实你会发现它的工程是落后非常多的，从过去105年我们认为它是应该就完成，可是到今年9月才完成它这个建造的取用，然后据说明年106年应该会完成，但是呢，目前为止整个的执行率是非常的不佳的，目前的执行率大概只有49.06%。那院长，这样的一个园区的修正计划会继续进行吗？还是就是确定就会在明年时候完成？因为现在目前执行只有49%哦。好，特请的秘书长。好，报告委员，那个会延迟的原因主要是那个国防部搬迁耽误了不少时间。没有问题，所以我只是请问，目前执行率不到50%，你明年会不会可以如期的完成，不会再做修正了吧？他今年9月有一个赶工计划，那目前为止，那赶工计划现在是超前1.5%左右。好，我们会严格监控这样的一个进度。好，谢谢。谢谢。接下来我们要来去看啊，为什么要问？我们来看下一页啊，你会发现中研院里面，其实你院长，你看它里面这样的一个生医计划当中呢，其实包括有非常多的单位会进驻。但是就会有人质疑，因为花的钱非常的多，所以呢，以至于中研院现在要从我们的基础的研究跨越到这个所谓的科学的应用的层面。你知道，院长，我们即使在过去在大学里面，我们要办这个大学的延伸企业的话，都会被质疑，办公听会都被人家质疑说我们可能会图利学校。中研院现在从这个角色来做一些所谓应用性的一个转变，会让很多人质疑说你的这个宗旨跟当初中研院是不一样的。你要不要做一番澄清？好，这个谢谢委员，这个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现在的科学已经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的层面已经是非常距离越缩越短，那最好的基础科学呢，是能够最大的应用，所以全世界各国都希望在基础科学投资当中能够有所这个商业化、工业化的应用，否则做基础科学只会被变成象牙塔的科学。没错，但是我要提醒院长啊，就过去因为发生了非常多，特别是我今天锁定在所谓生技科技上面部分里面，如果说你没有把一些所谓的就是把一些所谓的转型条例的或者是一些所谓的技转的这个部分把它处理好的话，其实很多研究员都很害怕踩到红线的，所以你们在这个规范上面配套的部分里面一定要是严格的去做把关。我们台湾的生技产业不容许再有一次像前院长这样的一连串的状况来做发生，这是有关于硬体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关于软体的部分，既然我们花这么多钱在所谓的生技的这个样的硬体的部分里面，软体目前就是有一件所谓的 biobank， 就是我们的台湾人体生物资料库的这个部分。我先提出来啊，这个资料库的部分，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执行率啊，我们先看一下下面一张的执行率。这个执行率当中呢，院长你可以看到，102年到105年。大概都编制的大概是6亿5千万，但是它的执行率通常都没有超过。你看，105年执行率只有38.41%，今年106年你又编了6亿，比过去只有少了5千万。但是呢，你从过去的这个所谓的决算的这个表里面看到，你从来没有在这一项当中花钱超过4.5亿。那今年又要花6亿，我们有需要花这么多钱吗？而且呢，我觉得中研院真是聪明。钱花不完，把这些钱放在基金，基金用不完，还可以挪，还可以延续的使用。你要是放在不是放在基金的话，你就被要求，因为执行率太差。这件事情怎么解释？还需要花6亿来继续做吗？好，这件事情我们请那个刘副院长是负责这方面的执行。报告委员，这个台湾 Biobank 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健康或者说社区的民众，
那个是当然，我常说我们这个发的很好，我们需要这些资料啊。对对对，那另外一个地方是就是疾病那部分，那疾病那部分是后延那个是落后的原因是跟卫福部沟通决定说什么样的人收案是最恰当最合适。没有错，好，那院长请副院长请看一下，我们看前面一个部分，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的 biobank 为什么今天，因为这 biobank 这个资料中间就有两个婆婆嘛，一个是中研院嘛，一个是卫福部嘛，对不对？那卫福部基本上是预算，它是中研院是执行单位，可是目前为止呢，卫福部它却是可以让这些所谓的简体是从医院里面用采购的方法把来做，它不符合我们 biobank 当初的设立的一个宗旨。但是你不要忘记哦，这个东西里面是中研院让它这个 biobank 目前是属于停滞的状况，是中研院让它停滞的。因为你们过去来说的话，你看前面一般来说，如果说这些一般来说中研院都是在各地的医院去做一些设置的点嘛，那现在是转由医院里面来做这样的部分，所以这个部分里面要发展生技，可是你又让这个 biobank 目前是属于停滞，跟卫福部之间的界限的关系目前还是处于争议的阶段，然后呢又编了6亿，那这个部分到底中研院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该怎么样做一个解决呢？没有，这是法规的问题，这是我们目前也感到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我们有两个条例在立法院通过，一个是这个，没错，就是我说还有两个婆婆嘛，不知道该听谁的，没错啊，这是我们目前很大的问题，这是整个国家体制的问题，不是我们中研院内部的问题，所以我们已经积极协调卫福部，希望能够做出一个解释。那这个解释即使做出来，也好像也需要照顾整个国家这个体制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所以什么时候可以解决？你如果不解决的话，我为什么要给你六亿呢？对，这我们也希望说卫福部能够在最短的时间，譬如说这个礼拜能够做出最后的决定。好，那其中关于这个释法的部分，在怎么样这个整个国家法律要修订的部分呢？这可能要跟这个贵院这个这一定要立即解决，否则中研院的预算。各位，为什么今天大家都还在审预算？因为中研院将要走下神坛，从此过去大家非常礼遇中研院，所以院长你恭逢其时，下午你就会知道每个委员会对预算都会严加审慎。好，我已经做预告了，谢谢。谢谢。好，我们谢谢柯志恩委员，谢谢院长，请回座。柯委员。好，我们请第二位中我们请第二位的苏巧慧委员。好，谢谢主席。那我们还是请院长。是，我们请院长。院长好。委员好。院长。上一次在同样这样的场合当中，我向您提到了是中央研究院的组织改造，您当时也认为确实中央研究院现在是有改造的必要，那我想请问进度如何？好，我们刚才已经报告过了，这个我们已针对这个民主治理改革小组的提案已经逐项来审议，看哪些是立即可行的部分我们马上执行，哪些其实会牵涉到的是中研院的组织法修正，那我想请问现在的进度如何？那还是跟上次一样，因为我们的第一次这个前这个改进，所以就还没有嘛哈。15号，12月15号才会召开。好，那院长，我在这里向您说明，本席说到做到，所以我已经草拟好我们中央研究院组织法的修正草案，本会期就会送议事组了，所以这个会期应该就可以交付院会排入议事议程。我在这里也先向院长说明。一下本席所提案的重点，第一个呢，就是院长将由本院院士及研究人员就院士中选举一人，呈请总统任命之。再来，院务会议将会成为中研院最高的决策机制。那这些代表，未来我会有资料送给中研院院长这边，也请你参考。好，最后呢，这个评议会将会废除，所以。这几个重点，未来我也希望院长这边能够提出属于中研院您的版本，也代表对中研院组织改造的负责，这点院长可以做到吧？按照您的进程，应该也在近期当中了嘛？我们有一个这个组织改进小组我们也先由那个改进小组提出他们的意见。
然后再交由院方来做一个统筹。我想在中间可能我的意见会在最后才会呈现出来，所以目前您代表的是中研院的意见啊，所以我想最后我的期待是中研院能在近期内尽快的把这个草案也送进立法院来，我们才能够就不同的版本进行审查，这是第一点啊。那第二呢，除了组织需要改造，我想院长您在任期中，您的任期未来还很久哦，这是您第一次碰到预算的审查，但未来还会遇到相当多次，所以今天在这里呢，除了组织改造之外，我想就中研院的预算改革这个部分，从编写到执行，我也想在这里第一次向您就教。第一个、哦、院长，我想呈现几个英文这个缩写。院长，我想您的科学知识比我强太多，您知道这几个英文缩写代表的意义是如何吗？你都认识吧？只知道 CRISPR、啊、你只知道一个，连院长也只知道一个、哦、我只知道 CRISPR， 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院长，我挑出来的这几个是您中研院在今年106年度的预算说明当中完全没有附上中文说明的英文缩写，我想可能对委员的期待都太高了，认为我们都看得懂这到底是在说什么。那再来哦，如果英文看不懂是正常的话，那我也再请您看看中文的这一些计划项目，您认为委员都了解吗？我们要来审查预算，那如果您放了一本这像天文书这样的东西让我们来理解，我们其实难道是只是在这里为中研院的博大精深做鼓掌喝彩吗？我想这应该不是预算审查的本意吧。我想这部分我们是需要稍微沟通一下，但是很多这个譬如说已经翻成中文的部分哈，这确实是有点挚爱难行，这跟刚刚那个真的是完全又不一样两件事情。我有完全没有中文的，也有中文写出来但是也看不懂在写什么。我想中研院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学术性的机构，一般人不了解是正常的，不过我想我们今天在讨论的是预算编写与审查，我想这个部分其实未来说明的容易一点其实应该是改革的方向之一啦，这是很小的问题但影响很大，院长同意吧？同意，我们会朝这方向努力，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词后面加一小句来解释，好，比如说是运证行为加一小句来解释是什么叫做运证行为，而且最重要的是可以发生什么样的预期效应，因为我们在编列预算，我们希望的是这笔钱花下去，国家花的这个钱能够有一个效应出来，我想这才是我们在审预算时希望能够得到的资讯。好，院长您刚刚说会有一小段的说明文字，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小句不是目前、啊、一小句，好，一小句一小段都可以，因为接下来我就是要跟你谈一小句的说明文字，您来看看哦，我这是我摘录出来的，其实每一个研究所因为尊重学术自由，让每一个研究所来自行编列，所以每一个学术单位呢，其实他所用的方法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的民族研究所，他用了1300个字很仔细的说明他的几项研究计划，但是不好意思，我这里完全就是要做举例，我没有不敬的意思哦。但是我们的社会研究所只用了72个字，同样都是中研院辖下 的各个研究所单位，但因为尊重大家编写的状况，结果发生的是大家的标准完全不一致。我认为这个院长也值得好好思考，如何才能彰显各个研究所他所研究的方向，让我们能够理解到底中研院要往什么样方向去。那另外呢，以总体来讲，不进行研究所的部分，总体来讲哦，再给你看三段文字，这分别是104年、105年、106年预算书的比较。这三段文字，104年度将持续调整学程研究方向，后面完全一致。105年把将字拿掉，106年又把将字放回去。除此之外，三个年度的预算说明，就是您刚刚在说的，加一句话也好，或者是一段话也好，它完全一样。我在这里想表示的是，立法院对于中研院，大家都有一个崇敬的心情，所以就像刚刚我们柯智恩柯委员所述的，真的是极度的礼遇。104年中央研究院的预算一块钱都没有删，但立法院尊重中研院，我想中研院也应该用同样的心情来对应国家的民意机关，我们的国会立法院。所以他的预算编写，不要让委员看不懂，
或者是这实在是有一点不太认真啊，更不要说我就不举例了，有一个研究所根本就是每年都一样，所以我想院长可以去了解一下。所以这个是预算很小的部分，但我想代表的是态度哦。那再来呢，另外的问题，我们来看到这个人文社会科学博士候选人的培育计划，您在这里呢，这个计划我非常的认同。他每年呢，会到现在核定了一共36人，大概每年会有10名左右，是让我们的博士研究生可以到中研院去完成这个论文。但我想从这个预算落实施行政策的目标来讲，这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每一个计划能够对应到的是效应。我想应该不是政府补助了，中研院补助了多少博士生，而是这些博士候选人他有没有真的完成论文。我想我们在提供我们成效的部分，应该是用这样的态度才是比较正确的。这也是我想第二个部分，除了刚刚是编写，现在是执行的部分，有这个计划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那另外我也让您再看一个数据哦，就是我们预算执行的部分。中研院的预算执行哦，其实真的不是在本院的审查，最大的问题是贵院的执行能力，贵院的执行效率。您看看哦，我们监察院曾经对中研院的预算执行进行调查，主要就是应付保留数的比例实在是太高。那我做了这样的比较，中研院从1997年到104年，八年间，它这个预算的应付保留数呢，数字就是如同表上所呈现的，高达了13.4、11点多，甚至是到103年有23点多。我想院长，虽然您是自然科学系统出身，可是对这个预算执行，今天您是院长，您也很清楚这代表的意涵是什么。相较于政府的其他机构，中研院这样23%的应付保留数，这实在是执行的效率有待商榷。所以我想在讲各项科学的时候，我们都尊重贵院所有研究员，所有的院士大家的专业，不过从一个行政效能来讲，我想今天院长您担负的是行政工作一职，要让中研院更有效率，更审慎地研究国家预算，这是我今天看到的几个问题，也请院长表示您的态度。好，这里面当然我们有需要检讨加强的部分，但是这个很大的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很多钱是保留给这个国家生技园区像这样子的政府交办的事项有时候这个会有一些这个延宕的情形，所以是单项计划对，那我想主计或许可以这个没关系，我想今天在这里是请教院长的态度，从第一个是中研院组织改造的部分，是不是可以加快尽快提出院内的版本，这是第一项。第二个是未来您会有好多年都会碰到的预算的部分，我在这里就告诉您，我光是用这样看就可以看到编写的态度的问题。我想请院长在您的任内可以就组织也好，就预算也好，做一个大幅度的革新，才有可能跟上社会的进步。好，谢谢，谢谢指教，谢谢院长，谢谢。谢谢。好，好，我们接下来请第三位的中嘉宾委员。主席、与会的委员先进，在场的机关首长官员，会场的工作伙伴，记者媒体女士先生，大家早安。那有请廖院长。好，我们请院长。院长，又不到24小时又见面了。是，院长，您过去担任科学家，现在担任中研院院长，这几个月短短几个月，你觉得你现在的生活跟你过去当科学家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非常不一样。简单的举例说明，我想大概是协调大家的不同的意见吧。然后在怎么样能够影响大家的工作态度，这方面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且很重要的，过去你担任科学家，你要跟你实验室的工作伙伴碰面讨论就好了，跟你学群上的这些知识上的同事讨论就好了。现在你要应付很多外界的机关、外界的人士、总统、副总统，是不是这样？是是是。所以甚至我们会在一个我跟产业界人士见面的情况下，看到你跟一群可能你也不跟他们认识，后来发现参加同一个聚会的人见面，是不是这样？是。好，所以呢，我在这里呢要告诉跟廖院长说，其实刚刚陈系的苏委员的
的意见哦。我觉得中研院是非常专精的科学家所组成的团体，但是科学家之间的专业对话，在您的行政职务上，您必须转换成跟社会、公关、行销或说明的一个语言跟方法，包括您的预算。那接下来呢，我必须给你一个肯定，就是你们的同仁呢，给我一份今天你上来报告，你特别将委员11月9号的质询重点呢，你都逐一的摘要。我觉得这非常的踏实，真的非常像科学家。我很少看到其他部会啊这么认真的针对我们上一次的询问一个一个说明。那既然你这么诚恳的回答，我也必须很认真的做回应啊。就是您在对我上次有关于中研院进食所的资料开放问题啊，您这里提到说，因为这个涉及到外交部给的外交档案，需要呢跟外交部通盘考量之后，还要等外交部的回复。那既然我这有疑惑了，因为这些档案呢，外交部都同样不只提供给你们啦、啊，也提供给国使馆，也提供给档案局。好，那我是希望呢，如果外交部有正式的告诉你们说他通盘考量，公文给我看好不好？好，我们请那个可以吗？这个部分报告委员，我说明一下有没有公文给你们？这个部分讲的是外交部有部分是跟我们做那个电话联系还是文书往来？我们已经去函，那讲的是有如果去函的文书往来给我看就 好，是不用你在口都会唇舌。好，那么既然院长这么实事求是，我也是看证据来看讨论。那接下来呢，我请看一下我的助理准备的资料跟柯委员的很像哈。首先要介绍你认一下本会的一位立法委员，就是关于一个 WMA 一个台北宣言。在今年呢，我们有一个全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的邱泰源理事长，他刚巧也是本院的委员哈，就说这个宣言呢，他跟赫尔辛基宣言、日内瓦宣言一样重要，是对台湾医疗人权的肯定。这当中呢，这个 WHA 的台北宣言当中有关于健康资料库跟生物银行的伦理注意事项。我讲到这里，您就知道我要问什么了，就是认为说，如果我们的人体资料库当中，这些被多次或无限期的使用呢，必须在相关的个人了解之下才能够被使用。因此呢，卫福部啊，在这里呢，我们中研院刚刚提到的，也是柯委员询问到的，中研院研究院有一个台湾人体生物资料库，最近呢发生了一个争议，它跟这个 IRB 就是中央研究院的医学伦理委员会和台湾人体生物资料库的伦理治理委员会，就是 ECG 啊，它有些争议。那么目前呢，据我看到的呢，中研有个声明。你们的声明是说 IRB 管的是计划的执行， EGC 管的是资料库的使用。那目前呢，你们认为啊，目前尚没有进行到执行的阶段，所以呢，你们认为目前你们底下的这个资料库跟另外两个监督委员会的关系呢，纯此只是一个误会哈。那么但是我看到了卫福部在10月11号的公文，他说，那个 ECG 依法对于生物资料库的管理跟审查有关的资讯它的运用啊，但是呢，审查监督的权责为研究者，如果要申请资料库的使用啊，仍应该拟定计划，经过 IRB 审查通过。因为这个部分，刚刚柯永辉也已经做了一个询问哈，那是不是关于目前你们看了卫福部的这样的一个公文之后，你们觉得接下来中研院对于你们所属的这个资料库的管理，以及相对应两个外面 IRB 跟 ECG， 你们怎么会处理他们的争议？后续当怎么办？好，首先要强调，就是虽然 IRB 跟 ECG 都是中研院所成立的单位，他是外部监督哦，不是你们的人哦。对啊、但是啊、院本部对他没有管辖权。OK 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干涉甚至影响他们的运作，所以我们只能够尽力协调卫福部来就有关的争议在法律层面做出解释。据我了解，目前并没有任何人的权益受到损伤，或是有任何人或是不当的利益啊，所以现在目前主要是体制上、法制上的法条上的争议啊，所以这方面呢啊，就刚才我现在刚才提到，是希望卫福部主管的机关能够做出一个解释，然后跟贵院商量怎么样把这个法条修订得更加这个周延。廖院长，这就是我佩服你的地方啊！因为虽然你是科学家，但是您当了一个主管，当了一个首长之后呢，您的发言啊，非常的紧握分寸哈、啊。您在这个刚刚的发言，您告诉我两个重点：第一个，中研院本身虽然地位非常崇高，但是你们里面很多机构学术研究是相当独立自主的，包括您院长本人，你都不能够干涉。
是。第二个，你也告诉我说，我们政府的体制度跟法制上啊，另外有个卫福部，针对这些争议事项，它有最终的主管跟解释权，所以您遵从卫福部的解释，对不对？是，很好。所以我就要说的是，包括刚刚柯委员的询问啊，其实呢，我们刚刚听了很多专有名词，我们苏委员也告诉你们，预算书啊出现了很多英文的缩写，甚至连中文的简短解释，我们社会大众不见得能够理解。民意机关要行使监督权，它其实呢就是用民众通俗可以理解的语言，让我们中研院你们所要使用的预算，你们所要执行的计划，让社会可以去理解。所以接下来呢，我问了一个不是科学专业的问题，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科普的问题来询问哈。刚刚我们讲到的人体实验资料库啊，我想请教一下哈，这个人体资料库当中，我们的容貌啊，算不算生物资料？算不算？我没有照片，照片算不算生物资料？我没有收集这方面，我没有收集这方面。好吧，我是问你嘛。如果说这个人体生物资料库啊，人体的容貌算不算它的生物资料库？不在我们这个定义里面，不在我们这个生物资料库的定义里面。其他的生物资料库要怎么不？你能不能告诉我，生物资料库里面收集的生物资料是什么？好，是这个血液 DNA 尿液的里面的 DNA。指纹算不算？指纹好像也没有。指纹也不算，对。那你怎么去区分这些容貌啦、啊？那我问你，虹膜算不算？好像也没有。虹膜也不算。对。那能不能给我一个很简单的定义？你怎么去区隔所谓的人体生物资料，跟我刚刚说的、啊、容貌啊、虹膜啊、指纹这些、哦？因为没有收集的话，这个资料就完全没有。譬如说，不，我说怎么去区分哪些是人体生物资料？那是有。定义出来在人体资料库这个管理条例，这个台湾 Biobank 这边它只负责收集其中几样而已，并不是所有都收集。有没有办法一个很简单的说明，告诉我说人体上哪些是属于人体资料库的资料，哪些不属于人体资料库的资料？回答钟委员您的问题，依照现在世界上 Biobank 的目标，绝大部分是会影响健康的，咱就会当作收集的目标。就像五年前 UK Biobank 不会收集心电图的资料，可是现在大家觉得心电图很重要。好，谢谢。以影响健康为主要。谢谢。其实院长，我要问的不是科学啊，我要问的是隐私啊。因为可能在我们中研院，我们不处理隐私，隐私可能是内政部是其他委员会处理的哈。但我要跟您说的是，目前呢，我也在推动一个对我们。国家有一个最大的资料库，跟个人绝对有关的，就是你的容貌。你的身份证是不是有你的照片？是。你的照片资料，全中华民国持有身份的人的照片，这个资料库在谁那里？在内政部户政司那里。那如果有一天内政部户政司说，我除了收集你的照片之外，我要收集你的虹膜资料，这算不算是人体生物资料的一部分？目前不算。不算嘛哈。那如果他说要收集我们的指纹，这算不算？目前不算。如果我要收集你的 DNA， 那算不算？只要能够影响，刚才神研究员也提到说，只要能够影响这个健康的将来可能算。那目前是不是列入我们收集的目标呢？大家要看我目前收集哪些项目。那我要说的就是说，现在目前确实有收集 DNA， 没有错。我要这里说的是说，其实你的照片外貌、你的虹膜，这都是一般人目视就可以看得到的。你的指纹因为是留痕，它会暴露你的行踪，所以它会有侵犯到隐私。你的唾液必须经过你本人，可以在不经你本人情况下取得你的唾液的资料，因为有你的 DNA， 有你的个人非常的生物符码，所以这也是隐私的一部分。那我要说的说，今天你们在学术上这么严格的管理，就是因为除了伦理的之外，隐私也是现在民众非常在意的。所以我是说，以这个为例，未来政府机关，尤其包括中研院，你们在做这些跟公众息息相关的课题的时候，清楚简单明白的说明非常重要。今天本期的主题就是要请中研院，请院长跳脱您科学家的身份，用中研院用一个会执行国家预算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跟社会大众沟通，好不好？好，谢谢。谢谢。好，我们接着请吴志扬委员。大家二啊，给你猜一下，可以讲二十分钟。好，主席，有请部长。啊，不不，院长，院长，院长，害我讲错了。当部长呀。
好，院长早安。哎，早。好，我想最近我们教育文化委员会这个吵得沸沸扬扬的，就是这个台大的研究团队发生学术伦理的问题啊。我想，台大当然是教育界里面学术地位应该像最高的，但是我想整个台湾最高的，我认为还是中央研究院哈。所以我想有些事情你应该要有所表态啊。那请问一下，我想我们国内吵得沸沸扬扬，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从一个从海外归国的学者这样子的角度，像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到底对我国在国际的学术地位上的声望到底影响是什么，然后有多大呢？你让我们了解一下啊。我想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啊。那这个对这个台湾的学术界的打击也是相当的大啊。国际上不时有发生这样的事情，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好像在东北亚的发生的几率比较高，所以我也看到日本韩国中国大陆跟现在的台湾亚洲地区，比如说这个韩国发生那个 stem cell 事件，日本也是 stem cell， 就是最近而且还导致的一个指导教授这个的不幸啊，就是非常非常严重，都是全世界的一个大事啊。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当然我们应该深切检讨。对，我院长，我是问你说，你从一个国际学者的角度来讲，你会因为这个事情对那个某个国家啊的这个评价会有很大的一个打折吗？我想我们会以就事论事啊，看这个最后调查结果来凭证据说话。那目前因为由于这个网络的指控，有些是能够成立的，有些经过解释之后或许是变成无心之过，那假如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就比较没有问题。那假如是蓄意造假的话，那这个影响会比较大。好，那这一次这个事件看起来这个团队的领导的就是这个教授他已经辞职了那我想请问一下这个角度里面，因为他后来又被影射到连台大校长杨校长他有几个文章被影射进去那校长也认为这个是他感到非常抱歉那我请问一下，就你的角度来讲，你觉得一个台大的校长他需要负怎么样的责任呢？我想就像我刚才讲的是，一旦我们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话，我们要以这公正公平的角度的立场来审慎的研议，一切看证据说话。那目前这个台大已经组成这个伦理委员会那杨校长也说坦然接受调查，那我想我们就静待调查结果再做评估。院长，我想提醒的是，因为在台湾这几次发生事情都是蛮高层的。你记不记得我们前国防部长上任六天，也是因为这个文章的问题就下台。蒋伟宁部长，他也是因为挂名受到波及，他就下台。那为什么台大的校长，今年台大除了这个事情以外，杨校长自己本身有涉进去以外，他之前年初还发生了另外一个伦理的案件，你可能也知道另外一个伦理案件，年初的我就不太清楚了。年初有所以等于是他这个学校的声誉是受到很大的影响我看到这个台大说他要调查，然后自己又放出了一个声音说，杨校长只是第二作者所以这件事情的处理应该要按比例原则。我听着这个话还没审，就感觉上好像打算要轻轻放下好像打算要轻轻放下，好像科技部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认同。但是我觉得你是一个学术最高的机关，为什么前面几个部长只要稍微牵扯到一下就要下台？那台大的杨校长他只要依照比例原则，这个比例原则我觉得非常没办法认同如果是纯粹以学术上说他是第几作者，我们当然知道是有比例原则，但是因为杨校长他现在是台大的校长，这个位置没有什么比例原则。如果这个位置只是依照你论文的多少
去决定你的责任的话，高高抬起，轻轻放下，这样子的处理的话，反而是不符合比例原则的。院长认为我的说法，你认同吗？我想最根本的就是要唤起大家对学术良知的注意。那本院在两天前也发了一个给同仁的公开信，呼吁大家重拾学术良知一本初衷，不要为了短视近利，为了虚名而做这抛弃的学术良知。不，你觉得身为一个大学校长，尤其是台大的校长，在他 学校一年内连续出两次的事情，其中一个事情他自己还 involve 在里面的时候，他不需要知所进退吗？比照前面的部长，我想这个一切最好是等待这个调查结果，那我们凭证据说话，到那个时候再比较好顿乱。院长，我想你可能不方便讲话啊。那我想，很恭喜你之前在台大校庆也是我的母校啊。台大校庆的时候，你接受了一个奖，对不对？是。所以你也录了一段对学弟妹的鼓励啊。我们看一下你讲了什么话啊。你说，有一分证据却说七八分的话，就是现在社会普遍的一个状况，这个会影响大家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吧？是。好，再下一章我觉得您讲的话都非常有道理国家社会要好，一定要有 pride 但是 pride 你中文怎么翻？自信、自重、自尊简称自豪感，这林语堂的翻译。这个千万不要照以前的我们国中学的叫做骄傲，那刚好是相反刚好是相反，对不对？早期的英文是这样子，没错。好，所以心中大家做事要有一把尺，不要做太超过的事情，对不对？是不是这样的意思？跟你前面那个一分证据说七八分话，我想请问你这两句非常有道理的话，为什么会讲出来？你是根据你什么样的体认，或者是最近看到什么样的时事，你讲出这种肺腑之言？那段录影事实上是大概一两个月前就录影好的，所以不是11月11号发生那个事情以后录，那个是录影好的，但是确实是有感而发，因为你11月15号播这个时间非常的敏感，尤其在台大。对，但是所以我就觉得好奇怪。这个不只是单一事件，我要强调的是，台湾近年来一向有这样的问题，我想各位也非常清楚大家就是常常这个人云亦云，最后变成以讹传讹那一分证据，我想请问一下，你这个是不是针对学术伦理？不是，不是，就是很多事情都是有这样子的倾向所以我在那录影的时候确实是有感而发，但是不是针对某一件事情，是针对很多事情。我现在要好，那我现在就是说11月15号那个不是针对最近发生在台大的事情，有感而发，是不是这样？对，那个是录影的。对，好，录影很早录影的，对不对？好，那我现在要讨论你自己中研院的伦理的案子好，但你一定要不能再说等怎么样这个是你们自己一个自己一个院士叫做陈培哲他说了他说论文造假大概有几个目标第一个动机啦，他说是升等，为了升等为了获奖像很多人拿到什么国家奖学术奖那当然也会有一些奖励啦另外一个就是拿一些专案的补助，不管哪一个动机，为了这些动机你去论文造假，他认为因为基本上审核的人没办法那么细，所以他是认为是伪造文书，而且是一种诈欺的行为。您认为呢？我想伪造文书跟诈欺这个法律用词我不便这个来定义，但是论文造假确实是很严重的事情，很严重的事情，是一种欺骗的行为。好，那这个我也一再呼吁，自从我上任的当天就一再呼吁，我们要以重质不重量的心态来做学术研究那当时也包括所以你对伪造文书诈欺，你可以问你们中研院好像有法律所嘛，你可以问一下这个伦理法律是根据伦理定的好，我们下一页这个案子
啊，就是福大历史研究所陈君凯的教授啊，他检举贵院台湾史研究所副所长刘世勇违反学术伦理，啊，你们中研院自己判定没有违反学术伦理，啊，那现在据说这个检举人他不服气，又提到监察院啊，那我想请问一下院长，如果监察院做不一样的认定的话，你到底根据监察院的认定，还是根据中研院的认定？啊，这个案子是两三年前的案子，法院也判了啊。那我想这个详细情形，请那个台史所。没有时间了，啊，我只是跟你讲，okay, 法院判的是没有违反著作权法。哎，是有没有违反？我是著作权法专家。对，有没有违反著作权法跟有没有违反学术伦理是两回事，你千万不能把没有违反著作权法直接拿来引用作为没有违反学术伦理，进而认定他没有违反学术伦理。我们是一个这个伦理委员会审定的结果啊，那这个院长也无院长，你这个伦理审这个委员会哈，我觉得有改进的空间啊。来下一页，好，我这最后一张啊，两个问题，第一个。你的伦理委员会，你的审查的委员，他有固定任期，他却不公开，名单不公开。你看其他的学校，通通都公开。我想不是。你这个是违反透明公开的原则。我想这有个资法的问题，因为一旦公开，他反而受到更大的压力。第二项，我想确实您的意见是很好的，我们确实现在有改进，要变成这。对，你们现在只要是匿名，完全不接受。哎，但是我们现在改了。我们现在改了，这两天改了，我们发现就这个，即使是匿名，如果他有具体实证，没错，这我同意，非常同意。所以，那你第一个你还是要公开啊？哎，这个我想可能要研议一下。要怕什么呢？因为有些人叫这个公开的话，可能这个不方便参加。好，那不方便参加，你怕的话，你就不要参加这个伦理委员会。你要为你自己的认定，做负责任。好。你看一下别的学术机构都是公开嘛？哎，这不一定哦。这好像据我了解，这个其他学术机构也不是公开的情况。但是那你会后请你的联络人跟我们指教一下。好，我们收集到的通通都是公开。好，我们被认为说你这两个做法哈，你当然后来又改，该写名的不写名啊，该容忍他匿名的你又不容忍啊，这样子的结果就是什么？你真正要保护的是勇于检举的人。你要保护他匿名，但是你对不该保护的，就是说你做成他到底有没有违反学术伦理，该为你这个决定做负责那个人，他应该是要写明的，不该保护他。他如果很怕这种关系的啊，比如说他是我老师，他是我老师的同学啊，他是我师公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就不应该来担任伦理委员会的委员，好不好？你这两个事情，你现在刚好做颠倒。我个人认为刚好做颠倒，所以这两个事情一定要要求你们改变。我想我们要从长考虑啊。好，谢谢。我们接着请张廖万坚委员。好，谢谢。好，谢谢主席，我们请院长，好，院长请。好，院长好。啊，委员早。好，我想我们今天是来探讨预算啦，不过在探讨预算前，我还是要肯定院长，针对这个最近发生的这个违反学术伦理的这些事情啊，你很快速的回应，那本席也要来请教院长，你在国外研究，你在台湾念书，到国外研究，那你在国外研究，你现在回到台湾五个月了，你对台湾像中研院这样一个我们台湾最高的一个研究人才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单位啊，就受大家尊重啊。那发生这个台湾现在在，尤其在台大啊，大家也是你刚才提过嘛哈，很多论文其实应该重质不重量啊。那其实台湾会发生这些现象，当然存在很多因素啊。那你觉得你在美国研究啊，在那边的情况跟这边最大的不同什么？为什么会发生学术违反学术伦理在台湾？会发生这样的一个现象，甚至连台大都被牵涉在里面。我想，违反学术伦理的事情，在全世界各地都会发生。对，在美国，在其他各地也都有，只是这个程度跟这个频率的问题，看事件的多少的问题。那我要请教一下院长，
我之前也问过哈，就是说，其实台湾其实在拼这个大学排名嘛，大家看美国啦，或者是现在连中国都追起来了哈，日本、韩国等等。那台湾过去啊，台大就是我们台湾最高的一个学府啊。那很多私立的大学，他们也在追求，所以后来他们在聘书上面甚至要求这个啊教授去量产论文啊。那我也认为这个很奇怪哈。那国外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吗？美国不会有，其他国家可能会有，会有，大概全世界大概只有美国没有，所以这件事情虽然我觉得个人觉得非常不好，是啊，但是我们的也不要太的责难台湾的学术界，因为我们邻近的国家都是有这种心态，有类似的心态要求。对，缴交论文，投稿的论文。这个，我觉得我们是应该跳脱我们这种心态啊，努力朝我提了好几次的重质不重量的方面。主要跟预算的分配也有关系。这个也因为教育部啊，开始十年来他订了各种顶大、各种卓越计划等等的一个补助啊，大概啊，这个学校排名要拼顶大这种策略，大概也会造成很多学校会用这个指标走火入魔了。本来应该是重质不重量，弄到重量不重质，弄到连台大过去让人家觉得应该是重质不重量的一个学府啊，最高学府啊，结果呢也弄到也有类似在论文的这个写的上面，那很多研究生也讲，他们出的事情都是戴罪羔羊，因为量太多了。那你个人的看法呢？我也非常反对这样子以简单量化的中研院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我希望不会。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状况？你们在聘任研究员的时候会不会要求？大部分的所的都是以职为主啊，以职为主。对，我们会看说他到底有什么实质的贡献。那我们也一再的呼吁，所以不会有这个现象。我们希望不要有。那我们也一再呼吁各所中心在聘任人员升等的时候，一定要以实质的贡献，而不是以简单量化的指标来做评断。好，谢谢院长的回答。我想我再过来回到我们你回来之后，其实面临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就是有关这个生技园区的一个进度的问题。我想刚才很多委员问到，我特别要再请教一下院长。我想你在上任之后，你也知道其实那个进度已经落后了。那刚才也有委员咨询说，现在的整体从预算面来看，整体的进度只有 49.06%， 整个预算的那个已经已付到八月底，它是严重落后。那你在上任之后，你曾经讲说，我们赶快来做赶工，能够如期在明年的四月能够来领照，能够完成。可事实上，在上个月还是什么时候，你也在今年在十一月一号上梁的时候啊，你曾经这个副总统去了嘛，那好像整个计划已经又确定必须往后延后延宕，有没有这个情况？是我们已经有赶工计划。对那赶工计划已经拟定不同时期、不同这个不同动别，可以不同时间来开放。我想院长也知道了哈，延宕有两个主要的因素，第一个是土地拨付的时候，那当年也产生了，因为那时候前总统的一个指责哈，然后后来也说明了哈，说明之后我们现在是工程进度已经进行了，那现在进行了也产生延后这个问题就不小了，这个有没有责任的问题？我们已经把这件事情报到行政院的工程委员会，请工程委员会来帮忙，督导厂商也采取所有的法律途径，这些该走的步骤。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想是厂商的问题。厂商的问题。对，我们在第一时间已经通知厂商要启动各种这个程序，这个条约上的程序都已经。院长也知道，这是国家很重大的计划。我们一共各部会，包括我们的国家预算投入了200多亿，是准备要来打造一个未来的造园的这个产业啊，那也是蔡总统上任之后很重要的五大创新产业之一啊。那现在不断的延后，现在我知道的说，领这个使用执照大概要从预定的四月五月，又要延到明年底了。那本来是预计厂商明年底要进驻了，那这样厂商明年底有办法进驻吗？明年底会所有这个执照会领到。对，所以厂商进驻是不可能，因为还要一段时间，很可能又要到后年了。这样不断的延后啊，对我们的生技研究园区跟厂商之间的
我们在鼓励哈，包括很多这个南港软体园区里面进驻在里面，他们本来都要想过来，那现在这样子会不会整个延后，就是影响到整个我们生技产业的发展？报告委员，我是秘书长，那个我们现在分那个三期完工，其实七月就会有两栋建筑，那个有使用执照。那十月的话有另外三栋，所以到十二月是全部七栋。我想最慢明年十二月，对，最慢明年十二月。我想哦，好，谢谢你说明了。我们对中研院其实都非常尊重了哈。那在上届的我们的委员也大概也都没有对中研院的预算有任何的意见哈。不过我们真的来看。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执行率的问题，我们从执行率跟使用率，我们再从使用率来看，我看了很多预算，那其中也是这个计划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仪器，包括本席上一次在质询的时候说，很多大学啊跟中研院之间为了这个科研预算的问题啊，大概彼此也有提过说，我们中研院其实研究环境相当好，那教学其实也可以专心做研究，甚至我们的设备都非常的新，我们花了很多钱哦。那后来我看立法院的这个预算中心就提到说，我们很多买103年、104年买了很多的仪器设备哦，那个使用率啊，好像有问题哦。那院长你来了之后。你的看法如何？这个是一个误解呢，我让你说明。好好，还是实际上在评估购买的这个有问题。我想这个当然有很有检讨的空间，是。但是我想，就像我刚才一再强调，我愿意再强调的，什么事情不能以简单量化的指标来讨论？是。仪器的效用不能讲说它的使用率，就像说你买一部车，对，它是用2000小时来，对啊，你不能说一天到晚开，你放在车库，晚上睡觉就是没有用，就礼拜天休息的话，是有你有必要的时候，你还是需要有，所以仪器的使用率，我想，我想它的贡献率，对，而不是它使用率，对，所以我在想说，让院长来做一个说明。不过我提一个那个。仪器啊，像那个生物资料库，刚才很多这个我们的委员也提到哈，我们的生物资料库每年啊编了前两年都6亿5，今年6亿，那每年都剩余的预算都超过2亿啊，就说执行率非常的低。那我们看一看生物资料库里面也有一个超低瘟疫的一个瘟疫太淡的一个冻存系统，我们一口气啊在103年底买了25台，25台花了4300万。那它的使用率当然是以一年2000小时来算了哈，他说只有24%哈，我就不了解说这样子的仪器，它那么多台，使用率这么低，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如果我们不用使用率这样来算的话，这样到底要怎么来解释说这个我们预算中心的质疑？好，报告委员，就说是那个是使用率是相当高的，因为我们有那个健康的那部分，那个是完全是照进度的，那就是所以是预算的。执行率的低是疾病那部分的收案延后了，所以跟卫福部后来跟我们沟通怎么样去收案的问题。那现在今年年初已经全面进行了，就是有3个医学中心已经开始收案。那今年度的预算呢？今年度的话，现在就是明年开始的预算的话，在健康人那边当然已经是完全按照进度。那你明年的6亿有办法？疾病那部分的话。市场编的是4亿，明年的那边的话，是那个疾病那部分的话会全面进行。你明年的预算编6亿哦，编6亿哦，对不对？整个那个计划是编6亿吗？行政院核定4亿，4亿而已。我编6亿，他们行政院。所以你们已经有先删掉了吗？是的。跟去年，我想哈，我们在审预算的时候也是会从你们的使用率。来检讨了，我们对中研院非常尊重，我们也都希望国家最高的一个研究单位能够有充足的经费做最好的研究，但执行率的方面、使用率的方面，也要让我外界不要觉得好像我们对于这个预算的执行啊非常的轻忽，或者说并没有用检讨，好好检讨，让它的这个预算达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了哈。我想我们在审预算下午会再来讨论哈，我们再来好好的研究，谢谢。好，谢谢。好，我们接着请蒋乃馨委员。
主席有请院长。院长请。最近中研院好像内部好像有问题，是不是？院长，这个医药伦理委员会是中研院的，是。生那个人体资料库，中研院是卫福部委托中研院办理，对，是。對今年编了6亿的经费啊，行政院核定4亿，对。那现在伦理委员会下令终止一般的民众的这个资料库的收集，那对预算的执行会不会影响？会有影响，对。那怎么办？我刚才跟这个跟委员报告，那前委员报告过，这个是现在这是法律上的争议啊。那中研院啊，虽然这个下成立了一个 IRB 伦理委员会。另外根据这个人体资料库管理条例也成立一个 ECG 另外一个伦理委员会，那现在有这个委员会这个归属的争议啊。那这两个委员会虽然说都是属于中研院，但是院方院长院本部无权干预，对啊，所以他们的这个决议跟中研院院本部是没有，因为他独立行使职权嘛，对，他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尽力协调。那可是预算在中研院呢，所以你院长你总要关心一下，你不能说这个是卫福部，我等到卫福部处理完毕以后，我们就按照卫福部的解释。现在问题就是伦理委员会对卫福部的解释就有意见，我们一直在关心，卫福部违法解释，对，我们一直在关心这件事。我们那这个预算你还执行不执行？是依照审计部。对，这104年的决算报告。对，这个依照预算中心106年的预算的，都讲到我们咨询里的问题。对，可是如果院长，如果你只是说等卫福部做解释，我相信卫福部解释完了以后，还是有问题。对，我们一直因为依照伦理委员会的那个新闻稿，他说卫福部的行政命令解释是违反法律的，怎么办？那他又有权利。终止计划，那现在已经终止计划了，对不对？ 是。然后现在问题是三个嘛，一般民众，那现在他终止计划。第二个，卫福部说要各医院跟他联合联结，那是有关疾病的，伦理委员会没有核定啊，没有核准他的计划呀。还有一个就是用钱买检体，我想三个嘛，对，我想这些这个问题要怎么处理？对，我们刚才已经讨论很多这方面的问题，我现在委员再跟报告一次啊，这些呢都是法律层面的问题。第一个我们要问的是有没有人权益因此而受损？那目前看来是没有任何人权益受损啊，有没有人得到不当的利益？好像也没有人得到不当的利益。这个还很难讲，因为他的同意书是未经核准同意的同意书。对，但是这个只是法律上看是谁同意啊，这个 detail 呢现在是处于争议状态。我们能够做的只是尽力协调，看对法条的解释。这是我们已经做了2-3个月，自从我上任以来一直在做的。很抱歉，到目前一直都没有很好的结果，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有最终的裁量权。他还是说是他会同人体资料库的伦理委员会，是两个一起到人体资料库去看的，是看出这样子的结果。这个是对。那换句话说，人体资料库的伦理委员会对这个是不是也有意见？说实在的，不是，我们不了解。对，我们都是外行人，对，对不对？那我们只是看到媒体，看到伦理委员会的新闻稿，我是觉得中研院不管怎样，也许资料库的主管机关是卫福部，可是预算在中研院，各单位都在中研院，中研院也应该要赶快来处理这个问题啊。否则的话，下午的预算我们到底是给还是不给？因为如果依照伦理委员会他终止计划的话，我们的预算是不能给的，六亿的经费是不能给的，对不对？请委员让我有1分钟时间答复啊，因为这部分已经牵涉到法律上的争议，我们可能还需要跟贵院来商量怎么样从法律层面来解决啊，因为我们本院没有办法所谓的处理啊，我们处理变成行政干预啊，不论是IRB 还是 EGC， 这院本部都没办法影响
会变成行政干预，我有这样子的疑虑。好，那各方面我想都是大家都是为了能够保障所有的权益，我能够尽快进行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对整个国家都是好的。那现在是卡在这对条文的修订的这个争议上面，是希望说能够以国家整体的这个发展来考量，而不是为个案来做一个权宜之计。所以我们今天提出这个质询，就是希望要听听中研院针对这个部分的问题，因为几个单位都是在你中研院内部嘛，对，不管是伦理委员会。伦理资料库还是伦理资料库的伦理委员会，对，都是在你中研院，没错。对，所以这个问题中研院你怎么样去处理？我们原来讲的话，基本上我们在教委会对之前的预算通过，就表示我们支持这个，对，对不对？我们也支持。可是呢，我们不希望进度落后，也不希望因为内部的问题造成整个计划的终止。那当时这样子的话，对当时的设立就失去意识。嗯，对。那想请问一下，那现在伦理委员会终止计划，虽然它是暂停终止计划了，对，我们现在还有没有在收集？我们现在没有在收集嘛，我们现在没有在收集，有啊，我们就等待卫福部的。你上人体资料库的网站上面还有哪几家医院现在还在收集？没有在收集了，我们遵守。确定吗？遵守。那你网络上怎么还在写哪几个医院？北部、中部、南部有哪几个医院？已经是暂停的，有些哪几个医院还是预约中，还在收集当中。报告委员，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没有了。是的。昨天晚上我看你的网站上面还有哦。你是人体资料库的吗？是，我是人体生物资料库执行长。那我看你昨天晚上我上你的资料库的网站上面还有啊。这是因为民众的意愿，我们要尊重民众的自主权。在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就没有接受民众的预约。那你资料库就应该这个网站上面就应该讲暂停啊，你就不能还讲说预约中啊？报告委员，因为卫生福利部还有人家来跟你联络。因为卫生福利部以及 Biobank 的伦理委员会支持我们继续进行，就问题就在这里了嘛。你继续进行，伦理委员会说你违法终止，对不对？那依照规定，你的审核计划是要伦理委员会通过核准。所以你一般的也是经过伦理委员会的核准，疾病的还没有核准，对不对？所以报告委员，那他现在终止你的，到底怎么办？你到底是做还是不做？报告委员，疾病的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进行。那在刚才院长跟各位蒋委员报告的社区的部分，虽然还没有进行，可是你跟其他医院的连结分资料那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不是就是有疾病的吗？还没有开始进行。还没有开始进行？没有。确定啊？确定。好，那你有没有跟伦理委员会讲？他讲的是错的。这个就是刚才院长提到的，我们希望两个委员会以及主管机关能够，我相信他们会很快的表达立场，以及到底应该解决这个法律上的争议。因为依照人体资料库伦理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今年开了两次，就讨论到中央研究院伦理委员会要跟人体资料库的伦理委员会 去看人体资料库，同意委员，对不对？第一次你们没有同意，说是要看中研院的跟他的关系权力到底什么程度，对不对？第二次人体资料库的伦理委员会接受一起去看，看了以后就发生到10月3号，报告委员，那个中央研究院的伦理委员会针对这个说是要终止。报告蒋委员，卫生福利部以及 Biobank 的伦理委员会最主要的一个想法是人体研究法的第一条，它明文规定人体生物资料库应该以人体生物资料库管理条例这个专法来处理，而不是依照人体研究法来处理。这个就是刚才院长一直强调的，这个两个法律有那个冲突之处。卫福部的一个行政命令还是条例，我还现在还在跟卫福部要这个资料，来排除人体法、人体资料法。如果是行政命令，你不能排除法律啊。这个是法律，这是大院通过的。对对，那如果是法律的话，两个法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要怎么处理？这个不是今天才发生的事情，老早就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不之前不处理？要等到报纸、媒体登了以后，让中研院那么难看，还奇怪呢。我们一再强调，我们不能处理，
没有办法处理，不能处理，这是依法不能处理。我们一直跟卫福部沟通，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我们希望说贵院能够站在国家的立法完整的角度，协助整个国家来进行这样的事情。可是院长，基本上我们立法院是可以修法，哎，对不对？很高兴听到。可是我们立法院不能替行政单位去做决定，是对不对？所以他们竞合的问题到底是以哪一个法为主，那是行政院他自己要去做决定。如果行政院做了决定，他要修哪一个法，我们立法院可以来修法。可是我们立法院在这个方面来讲，我不能替行政院做决定嘛，所以基本上这应该是行政院的责任。所以中研院，如果你真的是认为这样子的话，你应该跟行政院去沟通去。我们已经在沟通，到底是什么样的法，赶快来处理。否则的话，我们下午审预算，这预算到底是要给还是不给？我们一直在沟通，是，好不好？谢谢，好，谢谢。好，我们接着请吴思耀委员。哦，道具这么多。是是是，给你多一点准备时间，没关系。好，谢谢主席。院长请。院长请。院长早安，大家都辛苦了。啊，哪里？国家宝藏很多，都在中研院。今天审议预算，那预算反映政策。您上任之后，今天的施政报告四大重点，其中本席非常关切，也非常支持，也就是广传科普知识，善尽社会责任。下一页哦，您说，本院要秉持推广科普之热忱与资源共享的原则，鼓励本院的同仁多走入社会来接触人民，举办科普演讲、知识飨宴。透过文物的交流、资讯平台的建制，开放院区的参观，将研究成果与知识分享给社会大众，希望能够让更多年轻学子有对于研究、对于前瞻的思维，为我们的学术界埋下希望的种子。本席百分之百支持。但是我们今天要看，我们有很多资源可以共享，可是做得过于保守，也做得过于消极。本席长期关注文化的领域，我就跟您谈谈我们的博物馆所的营运是不是有更多可以创新的可能。好，下一页。小英总统去了，赞不绝口，习干部搞太可惜，我下次一定要再来。我相信这是所有去看过中研院这些馆所的人共同的一个感想，更何况很多人没有机会，甚至不知道。下一页。我们的八个馆、八个所都非常的馆藏丰富，非常多元，可以更创新来营运。下一页。国家宝藏，院长你知道吗？经文化部认定依文资法，有多少件国宝跟珍贵古物在中研院？您再看我的小抄，没关系，让您回答。透过您的嘴巴替向国人来宣传，我们有多少国家宝藏就在中研院？您请说。33件国宝分为五组，重要古物56件分为15组。好，你再念我的答案。2008年，经文化部公告指定的重要古物跟国宝加起来是180件，分国宝、分古物。以我们十余所里头，就有国宝5组，就有重要的文物15组。在我们的民族所里头，国宝就有8件，包括我们原住民非常珍贵的排湾族或阿美族的这个叫祖灵的这个雕刻。其实文资法我们上个会期修正，扩大了对更多对于有形无形文化资产的认定，未来的国宝跟珍贵古物在中研院只会更多，而且是大幅的增加。国家宝藏都在这，人民知道吗？下一页。我知道上一次有很多委员也在关心我们的院区开放，您说了一个数字，说每年有12万多的人进到中研院来参观，11万多，但今天您的报告是12万多呀，又增加了。哎，院长不要被我抓包啊。
但是跟我调阅的资料有落差，因为这当中包括来参加科普活动的很多，其实含12万多是包含参加活动的，真正走到馆里面的其实大概只有1/3、1/4，因为我们预算少。您看看了，我们等一下审议预算哦，预算真的反映政策的力度。以我们表现最好的历史文物陈列馆，每年也只有700万，去年700万，今年多10万而已。我们的民族学研究所博物馆，去年290万，今年有多一点，350万。我们表现也非常好，大家喜欢去的胡适纪念馆，去年610万，今年反而倒丢啊，缩水变600万。其他馆所还有70万的，还有25万的，怎么能够更积极创新的去走入社会呢？下一页，预算少之外，人力也少。我们历史文物陈列馆6个专任助理，民族学研究所博物馆只有3个，胡适纪念馆7个，其他都是一个，还有0.3个、0.25个，代表那是其他同仁来兼任。所以这样子的国家宝藏，没有人力、没有物力、没有钱，很难走入社会。下一页，刚刚跟您在这里再进一步跟您汇报。您报告里说的129000多走进中研院，其实是包括我们办了300多场的科普活动、知识飨宴，真正走到我们8个珍贵藏有国家宝藏的馆里头，只有我以2015年，只有41424人，只有4万人，很可惜哦，每年12万人进来。进入我们的馆看宝藏、看古物、看珍贵的科普研究或者是文化资产，只有1/3、4万，平均每个月3400人，每天只有114，很可惜，我们要知识分享做得不到位。下一页，而且参观者属性非常的单一，我以我们非常营运相对好的历史文物陈列馆2015年的参观人次团体来看，大部分都是教育界的人来，因为他们知道这里有资源，他们有相当的会来预约团体参观的，包括大学、包括高中，教育界有3000多人，其他都零零散散，一部分是来参加研讨会的学者跟着来看。走入社会对于普罗大众的这种散客真的很少，因为我们的门槛、进入的门槛，不管是预约的方便，不管是整个行销的全面都不到位，所以让社会大众走入中研院的珍贵国家宝藏的场域里头是有相当高的门槛，属性都单一的参观者。下一页，而且我非常在意珍贵的国家宝藏是我们走出去跟台湾社会各馆所、国际社会各馆所去交流的好的宝藏，可是我们的馆际交流非常缺乏，社会力道不够。我汇整出来的，目前我们近3年哦，院长是近3年哦，我们8个馆所有进行馆际交流的只有36次，第一名是历史文物陈列馆17次，第二个当然是民族学研究所博物馆14次，很多都挂蛋的，很可惜。下一页，我就以表现最优的我们的历史文物陈列馆来看，它的交流对象又都是某些长期合作的，包括故宫4次交流，我们新北市的13行博物馆因为有些考古的文物3次，其他零零散散，但都是我们长期合作过的，譬如说台湾博物馆或者是历史博物馆等等。下一个，我们的民族学博物馆也是一样，又都是跟13行博物馆或是历史博物馆在交流，很可惜。院长，我们有没有跟国际交流啊？只有国内，有没有国际啊？这个以前曾经有过这样子的提案，但是因为保险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些都是全世界的文明宝藏，是可以谈的啊，我们这都可以克服，你只要协助，透过我们文化部的资源来协助我们。事实上我们走出去过，是包括我知道我们民族学博物馆跟法国的布里码头博物馆，我们有2件排湾族的雕刻作品出去啊。报告院长，
法国的布利码头博物馆就是在展示所有台来自世界各地五大洲珍贵的原始艺术，本席去看了三次。我们的中研院10年前跟他交流过一次，我们可以做签约保全都可以克服，只是我们比较保守，过去没有想到，我们未来可以来加强。下一页，那这个就我提供给您一个案例，也是我们长期有合作的单位，日本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他们就以共同策展签署这个合作学协议的方式来做很多的国际交流。下一页，文创品哦，文创品我从来不认为赚钱是重要的，对于学术机关来讲，但是我倒是认为很可惜，我们的投入跟我们传散出去的都非常低。下一页，最好的是这一本，这一次你们送给小英总统的，最好的是这一本，它真的很棒，我拿到的时候我也好喜欢哦，谁不想拿到这个奉天承运皇帝诏约啊，大家都很乐意，重点是大家愿意来分享这样子的一个知识平台。你们这个笔筒也很好，但是是表现比较差的。好东西你家有一个，谢谢你，他全部只卖了61件，你可能还不是买的，你是赠送的，报告主席。下一页，所以连总统都说应该开发馆藏的文物文创产品，创新走出去，好方法小事情做得到。好，下一页，还有我一个提醒，我们8个馆有8种的开放时间跟方式，你好好回去研究，有的9点到4点，有的10点到5点，你知道吗？8个馆8种方式，你不利于大家整体来行销，整体来走一趟中研院，一天看看透透我们所有的国家宝藏。下一页，他山之石马上提供给您一个案例，台大的博物馆群，他们在2007年，他们就成立了台大博物馆群的这个正式启动，他们有10个馆，同样的典藏展示推广环境，来发挥整个社会服务跟教育功能。您去参照台大怎么在做，甚至我也协助引进了民间的策展团队进入台大的博物馆群，重要的就是您说的广传科普知识，善尽社会责任。所以最后一页，我的要求无非是中研院走出去，更创新更积极，让社会跟世界都走进来，我们要整体提升中研院博物馆的经营能量，人力物力都要提升，更要以博物馆群的概念来整合资源，多角的经营。第二个，我们的开放参观的行销作为跟配套要更吸引多元的团体或人士，国内或国际，我们过去也太保守。第三点，落实资源分享，强化推动国内外馆际的交流，强化我们的典藏教育研究跟展示。最后一个，文创商品小事情，但是可以有大效用。我今天在这里跟院长分享，因为我看到我们的预算编列对于这些馆的支持都不够多，那代表我们的思维在以博物馆群的概念来看待我们的国家宝藏是不够前瞻的。我在这里提醒您，希望来年在预算上有更精进的作为，好吗？你说 yes or no？ 谢谢，我们正在考虑这件事情。我们 这几天正巧我们也在检讨这件事情。那我先跟委员这个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现在没有做好，然后我们将来可能的做法。第一个，我们的空间不够，因为我时间到了，你就所以你会去做，对不对？空间要拓展就拓展，人力要提升就提升，钱你就大方的给，重点是前瞻跟创新。台大的博物馆群是非常好的经验，他们同样是研究机关，拜托我们一起努力哈。谢谢院长，谢谢。谢谢，人家用尽苦心，你看都带来，你看。都有都有都有，来，请黄国枢委员，谢谢，都很棒，都很棒，谢谢。好，谢谢主席，来请廖院长。院长请。院长好。哎，委员好。今天是我们中央医院的预算质询哈。中研院跟经济部、科技部其实是共享国家研究经费的3大单位啊，所以中研院的研究方向其实是
要让我们很认真来思考哈。那过去我也提过哦，中研院的研究的方向大概是重理工轻人文呐、啊。当然我也不能说这有什么不对，全球大概都这个样子啊。但问题是，我们对于人文啊，还是要有一些思考跟想法啊。小英总上任以后，其实让我们必须要面对台湾的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是不是在这个议题上可以被凸显啊？那我要特别提到台史所，台史所应该是全台湾哦最重要的有关于台湾史的研究单位了，就最权威的。从过去张延宪当所长的时候，这样子一路走来，是台湾史研究所建立的非常重要的成就了哈、哦。但是啊、哦，我们还是看到台史所的预算呐、啊，在中院里头是非常被冷落的。我们看到明年的预算还被减列啊，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还被减列了200多万呢、啊。好，台史所长期以来就是这样，经费不足，人力不足。我所知道已经6、7年都没有再找新的人进来了啊。然后他的研究的空间啊，大概只有2间研究室的大小，还是去跟法律所、政治所借空间，是不是这样子？好像。那今年4月也要进行这个台史所。要新建大楼，那因为那个时候翁启惠院长的事件，所以这个计划是不是又受到影响了，停下来了？我想问一下，台史所现在要新建的这个研究大楼有没有要继续推动？有没有？啊，好像这个我们必须要啊规划这个空间、这个场地，然后进行环评啊这些这个啊才能对吧？还要进行环评吗？现在连环评就不了，连环评都不做了，这个案子就无疾而终了，啊，是不是这个样子？啊、我是希望哈、哦，台史所，我可不可以跟委员简单报告一下？这个刚好凑巧，因为原来四月是在政院的程序，任何一个所要盖一个房子，第一个要先取得土地，那在院区有一个规划委员会。好了，没关系了，那细节我不用知道、这个，我只要知道说台史所的研究大楼有没有继续要推动，我只知道这样而已。政策上是不是要支持？然后你们长期以来这么样冷落台湾史研究所，那未来可不可能有一些改变？我们可不可能有一些改变？就这个样子。我们会有跨领域大楼，跨领域应该会有空间。那、如果中研院不觉得台湾史研究是一个重要的科学？那我没话讲，我们不这样觉得，都不这样觉得，我们觉得这很重要，我认为这太重要了，是太重要了。对，那为什么我们的预算还要减列变那么少？我想这个，其实哈，中院我们有很多个学科研究的领域，台湾史研究所在台湾哦，绝对是中院最权威的，而且它帮各地的文史资料的建立，包括像文化部现在在推动的文字保存活化。其实它背后的那个学术理论基础，台湾史的研究，那个理论要非常非常强大的。如果中研院轻忽这个，那我们未来台湾的主体性的建立其实是会受到影响的啊、哦！这个是我给你们的一个建议了。好，好，谢谢。那欧美研究所所长有来吗？我们这么轻忽自己的台湾史研究，好，我们这个欧美研究所啊，哈，多厉害哎，你知道？那么有文化研究重点呢、啊？我们研究英美文学，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我们也研究绿色思潮、生态文化。好，这个都是过去的例行性的研究了，几乎是这个领域了。不过令我好奇的是，我们中研院的欧美研究所也做什么研究哈？全球化下的艺术与时尚鉴赏及买卖。艺术的鉴赏跟买卖呀、啊，也是我们中研院的业务、啊、我想问一下，这个艺术的鉴赏买卖花了多少预算在做研究？哦，不是特别的预算，跟委员报告，我们有一位研究人员，他是属于艺术社会学的领域。好，他的博士论文是在英国写的。好，一本书写的是说艺术品的价值。好，很好啊，很好啊，这个领域太令我兴奋了，真的，太令我好奇了，我都想知道中研院。针对全球的艺术市场的鉴赏买卖，研究出什么成果出来？你们可能比艺术的经纪公司还要专业，还要内行吗？
啊，有可能吗？那我这样问你好了啦，啊，现在全球的艺术市场啊，赵无极的比较贵，还是朱德群的比较贵，还是毕卡索的比较贵？抱歉，委员，因为我不是这个领域。另外，艺术真的是每一个人的主观。像我们一位同仁就讲说，对嘛？好好好，我告诉你啊，我只要强调一个重点，就是说，你们中研院啊，去研究这个，其实是越俎代庖了。我不能说你们不能去做这个研究，你们做出来研究，不可能比艺术经纪公司的研究还要更了解这个市场。我告诉你们吧，陈学圣都比你们清楚了，不会骗你。这也说对了啊。跟委员报告一下。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如果你们有研究成果的话，可不可以一份给我参考？我只是要知道，我们中研院用国家的资源，我们是有权威的，我们研究成果是有权威的。我不是说你们不能做这个研究，而是说，它每一年的艺术市场啊，都在变动的。我们做这个研究的目的所谓何来？你要取代艺术经纪公司他们在市场上的相关的研究评析吗？是这个意思吗？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不是不一样，像东吴社会系就是、好了，你们有如果有研究报告给我参考一下。最后一句话，那我来跟陈学生讨论一下，我们下个月要去买谁的话比较有可能增值。艺术这个东西还有品牌，它是跟生活认同有关，所以我穿 LV 或 Prada 跟我的身份有关，所以做的是这一方研究，而不是说这张照片有多少钱。谢谢。哦，好。这你说的哦，这你说的哦，哈、哦，你把你的研究成果拿来给我参考一下啊、哦。好，欧美研究，怎么跑掉了？欧美研究所，哈、哦，你们还有研究美台中关系啊？你们还有做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学分析？我想问一下所长，你们那时候有预测川普会当选吗？哦，当初我们都说5%。5%啊？对。好，那现在川普当选了，我想问一下。今天媒体有说了，川普说在他任内不会参加 TPP 啊，他要退出 TPP 了。嗯，好，这是一个新的情势了。那我们台湾过去长期以来的目标，台湾是要想办法加入 TPP 啊，太平洋伙伴协定。好，那川普啊，他现在要退出了，那未来这个 TPP 台湾还要不要当成一个重大的目标？台湾要不要参与 TPP？ 我想这个还要评估。不过11月10号，我们开一个 workshop 的时候，大家就已经感觉到 TPP 大概是很难，美国很难会加入。那台湾应该寻求其他的管道，好，更扩展。好，很好。那台湾要寻求什么新的管道？哦，根据邱兆麟老师的说法，就是我们不能自弃。我们应该自重。自重是什么意思？自重就是我们不要放弃台湾的地位，我们当然了，寻求更多。那台湾还要不要追求，加入 TPP？ 还要不要把这个当成国家整体的目标？这个可能要看整个的局势，所以这个就要研究了嘛。有，对。我们今天的研讨会是在做英国脱欧的事情，也会牵涉到整个的国际经济情势。好，所以欧美研究所快点要去处理这个事情哦。哦，那日本会接手 TPP 吗？会不会？日本也不晓得，你现在可能难以回答。首先那我们要不要去配合中国他们主导的 RCEP？ 今天早上收音机好像有人建议应该试着考虑，试着考虑。那所以这个是中研院的立场了，是欧美研究所的立场。我今天早上，所以你们听收音机的。所以啊，你们要研究的事情可多了，可多了啦，还要去搞艺术鉴赏，真的研究事情太多，欧美研究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真的哦。再来哦。啊，没了。所以整体的新的情势你们要去关切、哦、那过去我们台湾对于参加国际经贸组织、哦、我们都有新的思考新的想法、哦、那这次川普当选了以后我们当然也要因应嘛、哦、那每一年中研院都会有
国家整体重大政策的建议，每一年哦，哦，那明年是要做节能减碳嘛？是，过去有赋税，前年是做赋税的建议嘛，对不对？哦，然后去年是做地震的灾害防治嘛，那明年是要做节能减碳。好，那我认为如果说我们中研院，我们有这么多的研究的人才，那我们每一年都提供给政府施政重大的建议，那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这一个建议的规模再扩大，不要只限一个主题啊。台湾啊，瞬息万变，因应全球情势的变化啊，节能减碳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我认为不需要一年只有一个国政的建议啊，因应新的形势啊，包括川普当选以后国际经贸的情势，包括全球化秩序的改变，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新的思考？所以我建议明年啊，你们可能要有一些新的国政的建议了。现在已经有了，啊、已经有了，现在已经有了。真的吗？现在已经有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是我们正式的那种报告书，一年一本的。那您也讲到国事如麻，瞬息万变，我们是随着时事的转变，随时向总统府提供我们的资讯。好，譬如说刚才这个川普当选之后，我们也提供一份资料交给总统府啊，报告我们研议的这个太好了经过。那院长，我们也你给总统府那一份可不可以给我们参考？好，可以。我太想了解川普当选以后，中研院的欧美研究所针对川普当选以后台湾面临新的情势，我们应该怎么思考？就是刚才那个所长，那个所长研讨会的那个资料，你等一下可不可以？那已经有了嘛，对不对？已经给总统府了嘛？对。那是不是一份给我们参考？就是那个可以吗？研讨会的资料，我现在就有了。啊，真的、啊，太感谢了，谢谢。不要泄露国家机密哈。那是公开的研讨会。好，我们在核心权委员咨询完之后，我们休息十分钟。好，谢谢。谢谢主席啊，大家好。这个黄委员咨询的比较有趣了哈，我咨询是比较严肃的问题了哈。我靠载博一下后啦，但是我们请院长。院长请。院长好啊、委员好。我想刚才有其他委员有关心哦，因为你昨天发了一封公开信给院里面所有的院士嘛哦。同仁不是院士。同仁，对不起哦。好，那在这个开张名义的第一句话，你就说近日论文图像造假的事情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我想就在指郭明良教授跟这个台大校长杨校长的这一件事嘛，对不对？那我请教一下，为什么这一件事会让你去发出这个公开信？我想，这也不是单一的事件、可是你开头第一句话就是因为这一件事情而发这一个公开信。对，但是这个公开信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这件事。表示这一件事情应该对你在某种程度上让你有这样子一个想法，要公开来写这一封信。是。对，所以我真的很想请教你，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因为这是全国关注的，而且是再一次大家提出来讨论的一个议题。那众议院所以这个社会高度关注的这一件事情，尤其对于我们学术界，包括对郭教授本身，还有台大杨校长本身，是一件我该怎么去定义他呢？院长，你会怎么去定义这一件事情？不幸的事件。不幸的事件哦，说真的。确实我也觉得这真的是一个让国民来讲很难以承受，因为什么？台大是我们国内最高最高的一个学府哦，那我想它的崇高地位可能仅次于中研院了哦，因为中研院是我们全国最高的学术研究单位哦，那台大是最高的学府，而台大的杨校长涉及了这一件事情哦，不管他有没有造假，可是总是对台大的声誉哦造成了相当负面的一个影响，对不对，院长？对不对？因为你在你的公开信里面，学界蒙尘的现象令人遗憾及痛心呐、而且呢，你在最后一句啊，是啊，告诉大家切勿迷失于虚名尽利而弃守学术良知啊，院长。我想台大杨校长跟郭教授共同挂名的这件事情，可能涉及到造假的论文，这件事情让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触啊？
哎，不是，对不对，院长？这是一个，这是任何人、任何做研究的人必须要有的心态，哦，并不是为了针对的个案。好，我想这时候我们要大家能够重视的是，但是院长，你不会员的这一个公开信，就是因为这一个个案而让你发出了这个公开信。这个也不是第一次，哦，但是在这个时间点上确实非常的巧合啊，院长，不是吗？因为，所以我当然肯定院长你发了这个公开信啊，但是呢，我也不愿意哦。以你院长之资来看待这个台大杨校长共同挂名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学界蒙尘？我不知道，哦，这个还有待调查。但是呢，我们没有任何的针对任何的个案。是，但是我只是要请院长，如果按照您在国外的学术界是一个学术界的巨人这么崇高的地位，回来担任我们中研院的院长，那你觉得像台大杨校长这样子共同挂名之发表之论文啊，哈，是非常非常的多。我昨天问他，他连多到他到底共同挂名有几篇论文，他自己都答不出来。我说叫做竹繁不及备载，你觉得这个现象好吗？这个要就事论事，哦。挂名 你会共同挂名吗？你过去有共同挂名过吗？假如说合作的话，就不像大家这个所影射的所谓挂名，这不是挂名，而是共同合作。所以院长，你说要是有共同合作参与研究，那这个共同挂名就是如生如实嘛，对不对？是假设。可是如果像台大杨校长，我们以目前啊，哈，这是我说的，不是你的评论啊。以目前我们检视了台大杨校长的共同挂名呢，包括初报的这四篇里面呢，很抱歉，他只提供他的这个肺癌的一个细胞摘，然后对不起，那个是什么东西？学术名词我不知道。他提供素材，这样讲好了，他提供素材跟模式就这样子而已。其他都是郭教授自己的团队在做研究，而杨校长这样子算不算参与研究，算不算参与整个实验的过程而来共同挂名，我觉得这是一个大问号啦。那尤其他共同挂名的论文真的是竹繁不及备载，连杨校长自己本身都不知道。我说这是一个台湾学术界里面一个非常不正常的现象。院长，在国外会这样子吗？以你在美国啊，确实也有，确实也有，确实也有，但是在美哦，跟好了，你说啊，这个我们也不能单一说啊，这个怎么样才叫合作？有人是提供某一种方法，有人提供某一种观念，某人是提供一个设计，哈，所以合作的方式很多，要这个依照那个论文本身来定义，不能够简单的说什么算是合作，什么算是有实质的贡献，或是没有。这个整个还是要有待调查，因为按照你的说法，就变成是其实这个好像合作的方式有很多元，然后也有很模糊的定义。是，但是呢，如果以台湾学术界里面像台大杨校长这样共同挂名之泛滥。我觉得这是不正常的现象，而且是我们学术界该检讨的现象，院长，对不对？是，我们该自我检讨嘛？你在你的公开信里面说，我们要自我要求自律，要非常的用高标准来自律嘛，对不对？是，是嘛？诚信就是一个问题嘛，尤其是对各位的学术界的生命哦，所以。我不希望引用你院长的话语去批评台大杨校长，但是我同时要指出，这个存在于我们台湾学术界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真的需要我们中研院所有的同仁，大家共同为维护台湾的学术界的一个声誉啊，共同来努力了哦。接下来我还是要请教你哦，这个台湾 Biobank 刚刚很多委员有在讲哦，执行长好像今天有来，对不对？是，来，执行长也请来，请上台。执行长，我觉得，我不知道院长知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了哦。执行长，我在你们105年度10月26号，在你们这个台湾 Biobank 的一个网站上面，你们公开信啊，这个措辞啊之严重啊，哦，这是你写的吗？这个是我们共同发表的声明，因为你们共同发表的声明，你共同发表的声明是用错愕。就是有关中研院的 IRB 单方面的决议抹煞了伦理治理的合作共识，然后呢，你说中研院的 IRB 这决议跟现行法令不符合，然后被卫福部之审查，第
在这里面你甚至还写说中研院 RRB 之决议业已违反宪法违宪哦，及研究伦理之基本原则，这重炮在反驳中研院的 IRB 耶。对不起，这个委员，说不定我们的措辞强烈一点。不过，依据卫福部的人体生物资料库管理条例，明确的规定，人体生物资料库是归人体生物资料库管理条例来治理，设立专属的。那执行长，我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卫福部也曾经回答了媒体一句话啦，他说有可能今天的这个争议来自于当初的这个计划案一案两送啦。当初这个计划案在资料库就是法令还没有立法之前，是不是就有这个计划案？是有这个计划案。这个计划案当时挂在哪一个项下？中央研究院的 IRB。中央研究院项下，对不对？当时中央研究院有没有给钱？中央研究院是没有给钱，是由国家科技部给钱。国家科技部给你们钱的一个研究案嘛，对不对？是，但是是明确挂在中央研究院项下嘛，对不对？那后来在什么时候才转向卫福部申请？是大院通过《人体生物资料库管理条例》，民国九十九年。民国九十九年通过之后立法之后呢，你们把这个研究案再去拿去卫福部申请，对不对？那是国家法令规定的，因为我当然知道国家法令规定的、啊，甚至我现在就要搞清楚啊，为什么今天会发生这个争议？因为当初你这一个 biobank 的前身就是一个中研院向下的一个研究案嘛。在那个研究案当中，那时候是不是有授予中研院的相关的规范？有授中研院规范，对不对？而且已经办理结案了。那你把这个计划在民国九十九年我们立法院成立立法了之后，然后呢，你又向卫福部来申请嘛？这是国家法令规定的。我当然知道啊，但是你一案两送啊。没有一案两送。没有一案两送，那我请教你哦，那为什么在你现在？在你的网站上面有写嘛，你既然说这个台湾 Biobank 是一个国家设立的机构，获得国家许可、哦，那你也通过嘛，说现在呢，外界只要有学术研究之用呢，或者是医疗研究之用呢，都可以向你们开放申请。是的。那也有收费标准，也有规费嘛，对不对？是的。可是你知道吗？你的规费是依据什么？中央研究院台湾人体生物资料库资料及简体使用收费标准。那个是。那为什么？如果你说这个台湾 Biobank 是卫福部核准你成立，不属于中央研究院之前的研究计划，那为什么在你网站上面你的收费的标准是用中央研究院来做标准？虽然来，你告诉我嘛，为什么？那是财政部。我现在为什么要凸显这个问题？这表示你所谓的台湾 Biobank 不是只有你宣称的是卫福部啊。这是两个不同的议题，麻烦委员。就是因为这个矛盾，我才告诉你这个执行长，当初这个问题争议怎么来的，你要跟国人解释清楚。是的。今天不可以把这个争议的事情就丢给中研院院长去跟卫福部部长去讨论。谢谢委员指教。那你告诉我嘛，你刚刚说这两件事情，财政部要求你这样子，财政部为什么不要求你用卫福部的一个规费收费标准？国家对于这种法律的规范规费税标准是由财政部来主管。你不能这样告诉我、啊，你告诉我说这个 biobank 是呢，你依据法令的这个管辖单位叫做卫福部啊。是的。对啊，那卫福部向下有所有的他所属附属单位的一个规费收费标准，那为什么你偏偏你这一个东西是依照中研院的收费标准？我们不是依据中研院的、欸。你这上面的这样子的收费标准的 title 就是这样子嘛？名称是这样子，可是是财政部国库所决定的。对啊，对啊，执行长，这个始作俑者是谁？今天这个争议的始作俑者是谁？谢谢委员指教。是不是？然后我再确认一件事哦，这个计划的执行，我在你们中研院的一个科学研究基金里面，每个委员都看到的资料叫六亿啦。但是你刚刚好像回答了某一个委员说，没有行政院核定只有四亿啦。是的。那其中这误差这两亿，意思是说我们在今天的提案就可以把它删掉了。是的。是的哈，你说的好，那我们下午就提案把它删掉，谢谢。两亿。谢谢啊，不好意思。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好。对啊。
我当然想进，因为等着。
求道理。
好，各位请就坐，请就坐，好不好？来，各位请就坐，好不好？好，我们接着请李立芬委员。好，主席好，麻烦请院长。院长请。院长好。委员好。院长，你上次来立法院的时候，其实刚好是美国总统大选。是。那不知道院长，你对这个结果有感到意外吗？事前的大概大家觉得是很难料。是。那是有一点小意外，但也不是大意外。好，谢谢院长。在这边，其实我最主要来谈的是，其实希拉蕊女士在她落选演说的时候，她讲了一句话，她说：“我们还没有打破最高最难的玻璃天花板。”那在这个部分，我相信院长您已经知道这里的玻璃天花板的意义。好，那在这边，我想要再进一步来请教院长的是说，你认为在学术界有没有女性的玻璃天花板？我想可能有但是我不太确定，因为我本身不是女性，我恐怕要仔细的检讨。那我希望说在制度面我们是绝对不能有，执行面实际上我们要尽量打破这样子的玻璃天花板。好，那我在这边要跟院长分享是我最近看到的一份计划哈，它是欧盟执委会补助的学术界科技女性培力计划。那这个计划其实它也提到了玻璃天花板的问题，那他要去这个计划他主要去问的一个问题是这样，他是说科学杰出是不是一个性别中立的标准。好，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这个研究里面去发掘各国他们在整个评审评出那个杰出学者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指标，那所谓的科学成就看起来是客观的，因为它有一些客观的指标。可是如果我们真正去考量到所谓的玻璃天花板、性别还有阶级这些因素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其实都会影响到这些评判标准的。那我这边也想请教院长，你有没有想过说性别它可能会怎样子来影响这样的科学成就？我想这个是很多这个间接的层面譬如说在某些社会，女性负担家庭跟子女教育的责任会比男性多一点，那在这个事业或是科学研究上所能够投入的心力当然就相对少一点。那假如我们没有足够的配套措施的话，那就会有一个产生间接的影响。我想在科学评断上的审议的对性别的歧视会比较少，但是间接的影响会是比较大一点。谢谢院长，院长回答非常的棒哈，因为其实他们的研究发现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女性她要负担更多的家庭照护的责任，所以她造成的一个影响就是说她比较不容易在各国当中移走哈，在之间，例如说她可能比较没有办法离开家庭，她没有办法去其他的地方或是国家来去发表还是从事其他的一个工作，所以她影响了他们的国际的能见度，当然也影响了她的论文的数量。好，那所以呢，我们发现说在升迁这个部分，女性她也比较难以累积必要的一个学术的一个资本。那另外其实这个研究还特别提出来的就是说，因为在学术界以男性为主，好，所以当我们在选出优秀学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在遴选者当中去选出跟自己的自我的特质比较接近的候选人，所以这样子就会对女性来讲会比较不利，因为男性通常会选择男性的候选人这样的
男性的那个研究员，还是这样的一个学术这样的一个专家。好，那这个研究的那个结论呢，我会在这边想要提出来给院长参考，因为他提出的一些实际的一个做法，因为这个实际的做法是运用在欧盟各个国家，希望一直推到2017年的。那在这个部分，他们就提到说，所以我们在评量女性学者的成就的时候，我们应该要重质不重量。好，其实刚刚院长在一开始的报告里面已经有提到说，我们应该追求是重质不重量。那在女性这个部分，也应该是朝向这个方向的。那另外的部分，他们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要注意所谓的软技能，那这个软技能可能跟科学的研究技术没有那么的直接相关，可是它可以还是可以反映女性的能力，例如包括创意、沟通能力、管理技巧，还有决策的能力等等。好，那这个部分就是所谓的软技能，那这个部分可能是女性可能在这个部分会是比较有突出的一个地方。那另外这个也这个调查这个计划也特别提到说，我们遴选委员也应该要慎选，要有性别意识的遴选委员，好，才能够更广纳不同的类型的一个研究者这样子。好，所以我在这边呢，就是希望我们院长是不是可以去参考这样的一个欧盟的这样一个研究计划，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考量未来我们在中研院，我们在遴选还是在升迁的这个部分，我们能够把这个所谓的软技能以及要有性别意识的遴选委员等等这几个面向能够考量进去。好，谢谢。好，那接下来呢，要来继续请教院长，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台湾，我们看待学者的成就，我们往往就是重视论文的数量。好，那其实这个标准最近有很多的一个讨论。好，那刚刚也有很多的委员已经有咨询过了。那我在这边反而比较关心的问题是，由此来延伸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学术翻译的问题。好，因为从事学术翻译其实是非常非常花精力的工作，但是你去做这样的学术翻译，其实是没有学术点数，然后也没有办法在升等这个部分来加分的。好，那例如说，我最近其实正在读一本书，叫做《美国法律史》，它非常厚，有67万5000字。好，那其实它的翻译者是我们刘洪恩教授。那他就提到说，他翻译这本书是他学术生涯目前为止最傻的一件事情，然后也害了很多好朋友一起来加入这样一个翻译。所以因为这个翻译的工作确实要花很多的时间跟心力。那我在这边要提的不是学者的抱怨而已，是因为我看到最近我们从事学术翻译的人其实是越来越少。那我们现在比较常见的情形反而是说，对岸中国他先翻出的简体版之后，我们再把它引进来台湾。那其实这个部分某一个部分会影响到我们台湾的学术知识的一个接收。好，因为是从中国这边他们有翻译的，我们再把它翻译过来，也限制了我们接收的一个多元。好，那在这边呢，我就不知道说我们中研院，不知道院长这边你们有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有没有想过说我们要怎么样子去提振台湾的学术翻译风气。我想这个除了翻译以外，假如能够鼓励大家这个多用原文的资料啊，直接了解原文的意思，或许可以弥补这个翻译部分的不足啊。那翻译的贡献，我想就交由这学界每个学界都有不同的认定。在科学上当然是翻译是不被认为说是一个科学的贡献，在其他不同领域可能有不同的考量。那我想这每一个领域有不同的做法啊，这一部分我们交由这个各领域去考量。那总体而言，我想现在这个国际化的时代，大家多学几种语言总是好的啊。
当然是多学几种语言是好的，可是当然我们还是看到说，有些人可能在语言这个部分限制了他接收知识的一个管道哈，所以我会觉得说，像这样的一个翻译其实还是很重要的，是，所以还是希望说，我们中研院这个部分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研究所，其实可以考量是不是可以把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学术著作，它可能也是一般人也可以去读的部分，我们是可以来透过这样一个翻译，让更多的人、更多的民众可以来接触这样一个学术的一个著作。好，好，那接下来呢，也要请院长来看一则漫画。好，那这个好。对，这个部分其实是延续上一次院长来的时候我的质询，就是我们我比较关心就是专任助理的劳动问题。那这个漫画其实我相信这应该就是助理们自己画出来，就是自己变得僵尸了，可是还是没有办法出去哈吃人，还是要留在研究室里面继续的一个工作哈。那这个部分其实我有在跟科技部的部长在确定了，就是说我们科技部这边也会希望我们各个研究机构要有自己的专任助理的任用的标准跟薪资的一个标准，以及他目前其实是给各个单位的补助当中有在管理费里面是可以支应这些专任助理的加班费，可是基本上我们还是回归到我们任用的单位来制定一套标准。那其实科技部他之前的那个参考标准是100年制定的，100年到现在其实物价波动也是很大的，所以在这边也期待说我们中研院是不是能够带头来能够把这样一个专任助理的一个薪资以及考绩以及调薪的方式，我们有自己一套标准，然后能够来带动整个专业助理的整个劳动条件可以改善，不知道说院长能不能来做检讨，然后来制定这样一个办法。好，我们会依据法律来想办法，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我们做最大的处置。 OK， 好，谢谢。可以先请。好，我们请高露委员。高露委员，高露委员不在，我们请许志杰委员。控制洗干哦。主席，大家好，我们请院长。院长请。院长好啊。委员好。这一张照片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似曾相识哈。似曾相识哈。这个看身材，自己的身材应该看得出来吧哈。是。啊。当时院长在获聘这个特聘研究员的时候好像有发生一些争议。啊，院长还有没有印象？那时候我在国外。你在国外，所以你不晓得这个争议的始末。不太清楚。啊，那现在院长对于特聘研究员有没有什么意见？我想特聘研究员就像大学里面的特聘讲座教授一样，是我们为了延揽人才、留住人才的采取的一个比较有弹性的薪资的标准，期望我们的薪资水准能够跟这个国外能够有一些这个。其实曾经发生过这种争议。我不知道院长你什么时候才知道这件事，就是你获聘特聘研究员这件事情的争议。你什么时候知道？我不知道有争议。你到现在还不知道？我不知道。今天你是第一次知道有争议啊。您这讲争议是哪一方面的争议？是这特聘研究员本身？就是当时对要聘院长为特聘研究员的时候。好，那当时在社会上有一些争议，你去看2016年5月10日左右那时候的新闻，就是对院长获聘特聘研究员有争议，所以都没有人告诉你这件事情，你也从来没有知道过。我不知道。那还好，当时你在国内，在国外。如果你在国内，会不会觉得有点委屈？会不会觉得说这样子会不太好？那我想请，要了解这个争议的本质是为什么事情在争议，
那因为我不了解，你不了解，对，你连自己其实这个是你底下的幕僚应该是做得不够哈。当你回来的时候，尤其当你当院长的时候，幕僚应该把你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比较特殊的让你知道啊，啊，所以这个幕僚作业应该是要加强哈，啊，那另外呢，我想请教一下院长，就是特别研究员的资格，啊，应该需不需要有一个列表式的，啊，或者是说有一个简单的资格的客观的标准，还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标准？就是我看你们这里的法规就是。任研究员三年，成绩优异并有杰出贡献，或国内外学术界任许者。然后呢，第二点是，本院认可国内外研究机关，然后担任教授职务三年，学术上有重要贡献及杰出成就，或国内外学术界任许者。这个会不会太模糊了？在学术机关，模糊是一个主观的表示，而且甚至是在最高，在国外最高大学学府的一般的惯例因为很多的成就不能以量化的指标，我刚才讲了很多次，所以很多的以值的考量，你就有主观的意志存在。那所以很多的标准呢，都是以值的标准，那就以叙述性的言辞来表示，所以这个恐怕是比较难做到更清楚的表列。我想这个有两个角度了哈，就如院长你说的，就是说我很模糊，那我用一个值的话来表示说，我因为。廖俊智院长有什么特殊表现，说我聘为特聘研究员那会受到争议，就是说对于我们的特聘研究员，他的那个任期可以超过65岁，他的学术贡献在聘任之后没有要求那也就是说外界当然相信我们的中研院，我们的特聘研究员在职的方面是有水准的，但是会不会让人家误解，就是说你当选之后可以没有任期限制，可以没有学术要求，可以没有任何要求，这样子可以领一辈子，会不会被人家误为这样子有可能是变成肥猫？我们有任期限制啊，报告委员，那个我们特聘的研究员基本上还是受65岁的一个限制，另外既有那个应试身份，他才可以就是新聘到70岁，那需要有全球性殊荣，这个全球性殊荣目前全世界只有15项奖项是算我们那个全球性殊荣，那即使是全球性殊荣，他的任期还是每5年提到院务会议去评核一次，5年之后再重新评核，所以就是说5年我们一般他这里有写了，你们的第五点里面，组织规程的第五点说，一般是到65岁嘛，好，然后获得全球性殊荣的，他可以不受年龄之限制。那不受年龄之限制，这个就很吊诡，然后就是说他也没有，就是说这个部分哈，你们中研院基本上就通通由院务会议决定了。那这个院务会议决定就是让我们社会上看起来就是你可以没有条件，你可以没有年纪限制，你可以一直演嘛，对不对？那你也可以不要求有任何的贡献，因为没有具体写在上面。那到底特聘研究员会不会让社会有这样子一个误解？这是我们社会需要进步的一方向，我们要跟国际接轨，要以国际的角度来看待学术的成就，在美国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在美国是不会有这样子的大众的要求的标准，所以一切就要靠学术的良知、学术的良心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学界人士都是要以自我要求为主，而不是受法条
或是对社会的公平来做一个规范。好，所以假如我们能够做到这样子的程度的话，那我想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而不是以繁琐的法条来要求学界的最高荣誉的获得者。好，我想哈，院长坦白讲，我看你的经历也真的是很优秀了哈，这是环保美国环保署绿色化学学术奖总统奖，美国白宫再生能源卓越改变奖，美国国家工程学院院士，意大利总统颁授 ENI 再生能源奖等等了哈，就说坦白讲，院长也真的是很优秀，所以你这个讲法啊，我是可以接受，啊，但是呢，你对社会啊有任何的质疑哈，我想这个部分你自己要知道这个讯息，啊，然后要让社会知道，哎，中研院的立场是什么，那美国他们是怎么处理，甚至其他国家是怎么处理哈。最后问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说简单也不简单了哈，你是再生能源的专家嘛哈。是，面对核一、核二、核三除役之后，到底再生能源有没有办法补得上来？我想我们要尽力做啊，再生能源的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必须要尽力发展。现在哈，院长，现在当然就是说你是学术单位，你没有办法去负责现实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实的问题非常的担心，就是核一、二、三除役之后，台湾的电到底够不够？你看日本工商协会也说，哎，他们将来不敢到台湾来投资，因为怕电不稳定，啊，那因为我去查，我发现你是再生能源专家，那我们将来所有的电几乎都是再生能源，啊，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用你的专业来帮忙台湾解决这个大问题？我们必须要从三个方向着手啊，第一个要节能。第二个要储能啊啊，第三个要发展这个下一世代的这个啊这个碳捕捉的技术，啊，这三个三管齐下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做到啊这个以少碳。你现在讲话比刚来的时候比较慢，啊，我的时间会被你拖很多啊啊。你刚才的时候回答得很快哦，迅速确实。现在哈，啊，就故意放慢速度，啊，把那个时间拖久一点，我们就问得少，啊，啊。简单的讲，就是院长，我们担心这个问题。你用你的高度，用你的专业，可不可以帮我们解决我们心里的害怕？啊，这个部分到底台湾社会将来面对各大重大工业的投资，甚至国外到台湾来投资，对于这个电的疑虑，总是要有人可以处理嘛。那我们2021、2025非核家园完成之后，到底台湾可不可以让世界、让台湾、让工业都能够放心？这个部分应该你是最专业的，是不是有办法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加强发展这个任何有关这个再生能源的技术，特别是在啊储能跟节能方面，这是我们马上必须要做的。储能现在世界可以储大电能吗？可以，只是贵，现在只是贵而已。用什么方式储？有很多不同的方式，现在这个比较 popular 的方式用很多这个电池啊，用电池来储能。电池不是非常贵，啊，而且储不大。对，但是这个 Tesla 也发展一种技术可以持比较久的，那还有其他的储能方式，但是这通常都不是很好的。我们主席已经站起来了哈，我简单就是希望说哈，拜托一下院长帮我们想一下这件事情。好，那就是说我希望2025非核家园之后，我台湾不缺电啊。那在消极性的做法，那也是积极的，这节电是另外一个很，也是必须很积极去做的了哈。但是就是在专业上，在储能方面，或者是在发电方面，啊，那是不是中研院可以给我们国家提供好的建言，让我们企业界可以不担心？这个部分中研院有没有办法帮忙做这件事情？我们是有这个政策方面的研议，我们也有基础这个科学的研究，啊，所以中研院的角色是分为这两方面，是有科学上的基础科学的研究。可不可以拜托帮我们做这个？就说我们已经在做，比如说好，那个两个礼拜，可不可以拜托中研院给我一份报告？
或者是那个请专业的跟我说明一下，到底我刚才担心的这个电的问题，那国家应该怎么处理？好，那有机会让人民、让工业界、让投资外国投资者都能够安心，这样子可以吗？好，给我一份报告，给我一个说明。我们有政策白皮书，这个我可以送几份给。好，好不好？好，那两个礼拜之内，希望可以送给我，或者是请专家到我那边跟我解释一下，好不好？好，谢谢。好，谢谢。多交给。好，我们接下来请陈怡明委员，因为我们想要审预算，所以都限说六分钟，不好意思哦，好不好？谢谢陈委员，哎，谢谢。好，谢谢主席。我们请一下廖院长。哎，院长请。好，院长午安。好，请放第一张。好。今天呢，其实要审那个中研院的预算嘛，哈，所以本席在这边就一些预算，还有一些学术伦理的事情呢，来就教育我们廖院长。首先我要提到的，就是说，其实中研院的预算呢，在过去20年来已经飙了5倍，飙升了5倍了，哈。从1994年李远哲院长上任后，中研院的预算其实是一直在飙，一直在上升，哈，从30亿。好，1994年到2007年到104亿，哈，到今年已经到154亿了，哈，而且研究单位也从17个增加到31个，正职约聘人员也超过5000人了，哈。我看到你今年的这个提出来的预算，哈，里面其实是有边人体生物资料库4亿，国家生技园区5.9亿了，哈，这些预算，好，下一张。那但是不是只有这些预算，其实中研院很多研究员也是有跟科技部申请预算的，哈，这国家型的计划呢，根据科技部哈上次提供给本席的资料呢，中研院其实排第3名了，哈，2014年度就是申请了将近10亿的预算，哈，下一张。所以换句话说呢，其实中研院的如果我们去换算研究经费，大概今年编了32亿，研究人有1092位，所以平均每个人啊，那研究经费加上科技部的钱之后呢，其实你看到说高达到384万元，每一个人的哈，啊，可以申请得到的平均的研究预算是384万元，但是相较于国内其他各研究单位哈，啊。公私立的研究单位跟科技部能够申请的有16700多个人申请啊，220亿，所以平均一个人是132万元。所以院长，在中研院很多的研究员其实他是天之骄子，他其实是可以多拿到很多的钱来做这些研究。其实这里面也包括了一些是合聘的人员的哈。我想这个都是数据，好，下一张。那今天呢，其实我在昨天的脸书上我也有看到就是有中研院的朋友，因为我之前也是在中研院服务哈，那有这个脸书上面就是很高兴这个院长哈，针对国内的最近来的这个图像造假、论文造假的事件，也发了一个中英文的 letter 嘛，对不对？好，在这个信里面也提到说，学术研究最重诚信了哈，在诚信的基础上，学术研究才能够贯彻其求真的目标。另外呢，他觉得最根本的是研究人员的荣誉心及自豪感，就 pride 哈。换句话说，我们应以自身荣誉、团队研究团队荣誉、中研院的荣誉，甚至台湾的荣誉为最终的这个守护的目标了。所以其实本席是很肯定了哈，我们的院长在这一个台湾的学术向下沉沦，被国际的一些网站在那边就是取笑甚至质疑的时候呢，能够发这样子的信了哈，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其实本席也想针对这件事情呢，来就教育我们的院长哈。下一章，那其实这 involve 到的当然就是台大的两位哈，一位是这个郭明亮老师啊，一位是杨半慈校长。当然不止这两位，因为现在有11篇的文章，里面的共同作者的人数也超过20-30位了哈，有甚至包括台大附设院的这个副院长呢，也 involve 在这里面，甚至有一些他的学生已经现在被聘到国卫院担任副研究员的，也都是在这个11篇的文章的里面了哈。好，那其实这一张，前一张好吗？这个是您参加台大88周年上礼拜的校庆的时候被颁杰出校友奖嘛？好，我想，其实看到这个东西也是，所以昨天我在
教育化委员会在审预算的时候，我也有提醒啊，那个我们的潘部长了。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他必须有他的高度来做这样子的处理，协助台大来处理这个危机、这个风暴了哈。那要不然的话，如果是杨校长自己组了一个受益组的一个委员会来做一个审查，到十二月底如果报告出来，学术的这个伦理委员会报告出来，就算说还他清白，大家会相信吗？因为他自己这个时候还是个校长，他怎么可能大家会相信说他主导的一个委员会真的能够那么 transparent 的来做这件事情呢？好，下一张。好，其实有很多的资料网站上都有了哈。那当然能够被踢爆，好，其实就是因为他图表其实都是一直在重复的 repeat 的使用。好，下一张。好，甚至还有引用了三年前在 Cell Death and Differentiation 发表的 Ubiquitination 的 data， 这个是做的是一个 CL1-5 的一个 gene 的一个 ubiquitination 的 data， 竟然同样一个 figure 会在 Nature Cell Biology 的文章又在重复的使用，使用的时候用的是另外一个 gene， 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个状态吗？好，下一张。好，好，最近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跳过去。我想院长应该都有看过这些文章，所以这是图像造假，但是其实这是 intentionally， 而且其实是整个团队是学长教学弟，我当然不晓得指导教授有没有受益，但是这个已经变成是一个抄袭而且是一个造假的文化，其实是很严重的状况，而且发表的都是很重要的期刊，更不要讲说这些发表的文章后来甚至有民众，甚至有国外 的民众因为得到癌症打电话给郭明良教授问他说，那这些东西有没有解药，你们做到什么地步，他过去十年来取得1亿2000万的预算做这些研究，甚至会误导更多的研究，那这其实那个 impact 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好，下一张。好，下一张。 好，那其实 involve 到两个人也都是你中研院的合聘的研究员，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中研院对于一个合聘研究员甚至是个院士，你们的规范在哪里，他们也是在接受你的补助。好，下一张。好，一样的，郭明良还是你们的这个，从2012年开始就是你们的中研院的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合聘研究员，他照样都在接受你的补助哦。所以院长，你对这样子的状况，你们有什么处理？好，第一个，那个，你对他们两个人合聘的资格，现在要 suspend 吗？我们想这个。既然台大已经在做这样子一个调查，我们要等这个调查委员会做出决定之后再做。调查委员会没有决定之前，你们难道没有一个处理的方式吗？我们想，我们应该每一件事情都要公正公平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如果是一个杨校长在主导的东西，你相信他最后的结果吗？我想这件事情恐怕不是杨校长在主导的，至少这个据我了解，他还是校长不是吗？哎，但是好像他没有主导。这个委员会的名单有公开吗？听说里面还有一些就是毒理所的教授，然后这个郭明良不就是台大毒理所拿到 PhD 的吗？是，然后所以我今天其实对这件事情哈，我是深恶痛绝了。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要还台大的清誉，今天比在非常实习要有非常做法。如果今天的教育部部长他没有那个 guts 来做这件事情，今天不要讲别的，他的次长不就是台大的副校长吗？这其实就是一个共犯结构，你听得懂吗？那你一个中研院，你是院长，你秉承从李远哲这样下来，你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为我们国内的学术研究环境来给我们一些好的一个指引，一个干扰，写一封信就可以解决这样子的问题吗？不要讲别的，这两个人还是拼在你这边合聘，拜托好不好？下一张。我们再讲一下人体试验委员会哈，这已经被踢爆了哈。这个在一周刊里面讲说，你们有两个机构在内讧，一个就是你们的伦理委员会，另外一个就是你们的，在执行的，你们的这个就是人体资料库的，两个机构在内讧，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下一张，我今天早上都虽然在上面801我在审卫福部的预算，可是我都有在看直播，已经很多委员都跟你提出质询，但是你都说还在等，还在等。我告诉你，结论在这里，因为刚刚医师司的司长。这是他写的，这是主决议，他写了，他告诉我说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当然，我们应该还要再组一个医师司
应我的要求，会再组一个非常客观的 IRB 的审议的委员会，再 step in 进来处理这件事情。但是告诉我，上次在卫福部，他在协调你们两个单位的时候，两个单位都在互骂，哎，这变成这个样子。好，再给我一分钟，我要好，我要讲的就是说，你看看这边他讲的是什么？他告诉你说，这个计划同一个计划，一方面也跟卫福部提出申请，也跟中研院 IRB 提出申请，因为他有跟中研院 IRB 提出申请，当然 IRB 可以管他，所以现在最后这边是说，卫福部是要求哦，暂停哦，暂停收案哦。如果现在是暂停收案，你捐一个4亿给这个人体资料库，这个钱用得掉吗？更不要讲说，好，下一张，我最后要讲一个非常严重的状况哦，下一张。台北医学大学还有一些学校，当初在2011年就已经跟你中研院 IR 就是生物人体这个资料库已经签了约，你看还有照片，我们的副总统也在这个地方一起参加这个揭幕仪式、揭牌仪式，这么多的医院，好，都拿你们中研院的钱在收集检体哦。下一张，结果呢？你看北医。同一年他成立一个什么联合人体生物资料库商业运用，哎，商业运用的利益回顾的办法。下一张，在这个网站里面这么多的癌症病人的检体，当初你出钱收集的，他全部列在地方干嘛？下一张，他在卖检体，哎，那不是中研院吧？是中研院给的钱，嗯，你不相信你回去查，我告诉你，医师司他们也在查这件事情，都是中研院给的钱，所有的这些检体根本就没有经过 IRB， 都已经在收集，而且现在竟然在贩卖耶，这成什么话？报告委员，就是每个学校每个医学中心都可以有他们的 biobank， 当然是这样，但是是你们跟他签 contract， 刚刚没有看到那个照片吗？你也在上面呢、啊。签的 contract 是两边可以合作。是不是主席要强制要暂停了？好不好？因为拖太久，好，就要审预算。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院长好好的关心一下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我很关心，没有办法处理。我刚才报告很多次，院长处理变成干涉，法令不准。与法不合，这件事情虽然两件事情都是中院的单位，但是院长依法无法干涉，否则变成官说影响等等。对，但是你要关心，你会关心吗？关心。那你这件事情既然关心，但是你编了一个4亿的预算在这边，现在已经暂停收案。我从头到尾，我是来龙去脉告诉你，你编了这个钱。你的预算有，可是现在预算是不能执行，不是这样子吗？那你今天大家不是在审预算吗？不是，我们有时间分配，后面有。我知道啊，但是今天就在审这个预算嘛，所以当然让各位委员了解，就有这样子的问题嘛。编了4亿耶，不是今年才编，编了这么多年，然后放任你的合作单位在卖检体，你说怎么说？所以最后一张，中医院这样子是罔顾哈。研究伦理委员会 IRB， 你的生物资料库罔顾 IRB 的管辖，然后呢，你在未经核准的情况下，限制性招标的方式到各大医院去取得病患的检体，完全违背台湾人体生物资料库成立的宗旨。所以本席在这边其实要要求院长，你必须要好好的进去查这件事情，好不好？你应该要好好的去查。好，好，另外一个涉嫌造假的中研院院士。这也是终生职吗？难道没有任何的规范可以对他做点处理吗？好，谢谢。院士不是终生职，他不是职，他是个荣誉，所以也没有职的问题啊。嗯。好。那个，我们执行到中午12点哦。如果有超过的委员，我们就等下午2点半再来，好不好？哦，请各位委员要遵守本会的执行时间。我们现在请孔文吉委员，好不好？6分钟，不好意思，需要审预算。对对对对。啊，各位请那个廖院长啊。院长请啊。那个廖院长，那个刚才陈一鸣委员的质询，我觉得有他的道理啊。你刚才讲说这个，你当院长你是管不了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发生在你们中研院啊的一个院士的身上。那这应该你要出面来
出面来处理、啊。院长没有办法，你讲是哪一件事情？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刚才陈委员讲的、这个。刚才陈委员讲两件事情啊，就是说 IRB 的事情。你们那个贩卖这个简体、哦，然后又是拿研究的名义，这个部分，我觉得要从预算方面来处理。好、哦，我不晓得那个是哪一个研究所。我想贩卖简体不绝对不是中研院的事情。对，这个要调查清楚啊。副院长，这个啊。哦上来解释一下这个要调查。我再度澄清，我们不是贩卖简体。用你们的钱收集。那个，简单来说明一下，快点，我等一下要咨询的不是。一个是那个是一个 biosignature 的一个联盟的那种架构下，有些地方跟那个台湾 biobank 有些那个合同，然后他们可以去做 biosignature 的研究。那边的话，他们怎么处理，跟中研院事实上是并没有关系的。那另外的话，就是在那个疾病那部分的话，是跟几个大学合作，是可以收简体。但目前为止，因为卫部通过这个是今年年初，所以那个是造成那个就是进度落后的原因。所以那边的话，事实上还没有从北医那边得到简体。这个部分，我觉得你们要做一个专案的去调查了。这个。既然委员有提出来，啊，你应该要跟我们外界来说明呐、啊，要说明清楚，啊，就是中研院是没有这个没这个东西，但是啊，这个利益方面撇得很清楚，这个我们会解释，但是你们有补助经费给这个研究，是政府的政府的经费，那这个就表示这个你们还是要出面，要调查清楚啊，要还中研院清白嘛。好，那个我今天啊，这特别是廖院长是新任的院长啊。我的印象中啊，过去中研院的院长，不管是李远哲还是翁启惠，啊，对于本席的质询都很重视了，因为本席是最关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有关原住民的这个部分，啊，原住民的研究。那我想请问一下廖院长，你在当院长之后，你在这个方面你要推动哪一方面的研究计划没有？原住民的部分。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譬如说这民主所对原住民文化的研究已经相当的深入，已经做了行之有年了。那除此之外，我们也希望能够鼓励这个原住民的科学发展和其他方面的研究人员，我们尽量鼓励各所中心能够多聘雇这个原住民的研究人员。对，我们本所已经这个有一些研究人员是有原住民的background 啊，很不幸有一位研究人员，这个很杰出的研究人员，在几个月前的很不幸车祸的。这个发生意外，所以到目前这个我们是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是那个廖院长，你刚才讲的对了，就是说我们中研院不是只有研究这个我们过去的人类学的资料，对，考古学的资料，因为我们这边有胡台立胡所长嘛，对，那还要提拔跟延揽我们原住民的研究人才，因为我们原住民不是只有被研究的，对，那我们要参与这个研究，是研究我们自己的文化。是啊，这个刚才院长你讲到重点，是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有900多个研究员嘛，啊，900多个研究员，那现在我们原住民有多少研究员是在中研院担任研究员的？就是我刚才讲就是只有一个吧，是吧？对对，那对，只有一位，对，很那个，而且最近发生意外，不是。没有还有那个，我想你讲的燕呢，可能你讲的那一位是后来是到了原住民文化事业基金会当董事长，啊，那后来呢，那个他董事长卸任之后呢，就没回到中研院了。你现在是不是讲这一位周慧明？不是，是一个科技部城外计划的一个博士后研究，是 GRC 人。那个晶体中心，麻烦。黄业博。对，黄业博是助研究人，他美化真的是一个那个博化的。发生意外的是科技部城外计划。黄业博是目前是我们民主所的那个助研究人。对是啊。好。他现在还在中研院吗？还在中研院，黄业博还在中研院。还在中研院嘛？那这个表示院长，你给我一个错误的资讯。刚刚委员提到的是，基因体中心林世昌老师实验室有一位博士后研究员，
然后因为他到新竹同步辐射中心那边要去做实验，好，然后在路上遭遇到那个车祸，好，不是车祸了，就是意外。那个是原住民吗？是，啊，叫他叫什么名字？高文斌，对，好，那个我想院长这样了哈，我提的这个意见是说，过去我在中研院这边的质询，第一个是要懂得用人，延揽人才了。那第二个是我看到你们那个今年的研究计划哈，研究计划好像又回到那种人类学的研究，啊，人类学的研究，你们这个什么人类学研习营啦，啊，还有什么部落服务啦，啊，巫文化的多元面貌，这个太偏重人类学，太，我的重点是说啊，我们中研院的研究哈，应该要结合社会学的研究所，啊。原住民不是只有人类学研究所，要结合社会学还有语言学的研究所，研究我们原住民的语言为什么会视为，那我们原住民是南岛民族嘛，那也要关心整个南岛民族的变迁，有社会的变迁啊，那我们现在原住民是遭逢到什么样的情况，要结合一点现代的一个社会，不要老是什么巫文化啦啊，或者是什么什么人类学啦，好，这个要结合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个我们的一个变迁，啊，那我们原住民要怎么样去因应啊？我们这个挑战，啊，也有气候变迁啊，啊，我们原住民乡镇，啊，这个遭受这个土石流、台风的侵袭，啊，这个是怎么样？中研院它的一个研究的成果怎么样用在我们原住民社会的啊这样占领身上，啊，好不好？好，谢谢。那还有人才的延揽这一块，好，对，我对我们会非常好，这个未来的这个研究的方向。啊，不是只有去做复古的啊，一个文献的或者是一个考古的，而是要结合一点，找社会学、语言学什么各方面啊，针对我们现在原住民的一个生存的状况啊，这个方面再去啊，应该是导正到这个方向了啊。好，谢谢。好，谢谢。好，谢谢，没有问题。我们刚刚有宣布，执行到12点哦，那现在还有时间，所以我们需要名最后一位，好不好？好，谢谢。会遵守时间，你放心。6分钟哈，啊，有请院长。好，院长，谢谢主席。院长好哈。哎，委员好。我想，我就根据你刚才报告啊，你一开始其实有提到关于你们成立了一个三个小组，就是制裁嘛，制裁计转哈，还有法务人员及法务工作。跟这个民主治理与改革小组，好，那我看到院长这个报告里面，其实针对这个这个民主治理这边有提到哈，我想，刚才很多咨询里面会问一个问题，就是院士了哈，那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一般社会观感好像院士应该是很大，好，应该是来做。那我们当然知道说，在中院结构里面，院士会议，好，其实比较重要，应该还是评议嘛，好，评议会，好。那可是中院很多同仁会觉得说，其实院务会议反而更有代表性，好。所以这三个结构里面，虽然这个院长里面有讲到说，以后要扩大这个院务会议里面。研究人员的这个代表比例了，好，在你这个报告的第四页。可是，在院长你未来看中研院这个权力结构跟这个治理结构里面，哦，这三个会议，哦，从你的角度或定位是，它应该是扮演怎样的角色？这样。好，那个院务会议当然是处理这院里面的日常的比较经常性的问题，那评议会通常处理这个院里面比较重大的决策，院士会议是2年开一次，是咨询作用，只有咨询啊，提建言这样子一个会议。对，院长，我感觉是这样哈，院里面可能有些同仁会认为说哈，评议会哈，这个。权力太绝对了，好，所以很多争议，那甚至外界对评议会的理解、认知，好，因为比如说在大学里面，校会议当然是最高，好，所以院务会议在院长未来的，就除了像你讲处理日常之外，他未来跟评议会的关系是什么？好，
因为这里面你会发现你们的这个报告里面还讲他们希望甚至所长或中心主任的遴选应该更有很多同仁的参与，这个已经在做了，对，我们也会做。好，当然大学自治跟中研院的架构是不太一样，好，可是很多研究员也会认为说，虽然院士没有决定权，可是如果院士又兼个所长，或院士你们在院里面，其实那个权力是相对而言，我觉得相对大学研中研院这个层级是非常清楚的，反而很多研究员声音没办法出来。所以像你们这个报告里面第四个，还有本院同仁自由结社的环境，好，院长，为什么他们想要自由结社？因为他们觉得中研院里面很多声音透过既有管道他们是没办法表达的，好啊，自由结社，我想应该不会去打压他们吧？没问题，好，就不会，绝对不会。好，我想这应该是很重要。另外就是三个委员会里面，其实你也只有提到另外一个是这个法务人员及法务工作要成立设置法制室，可是另外一个委员会好像没什么进度啊，就是这个制裁检讨也没报告，也只是说。这到底这个委员会目前情况如何？这个其实社会反而比较关心了。这个报告快要出来了，在11月18号，他们又有一个会议，好像已经草案都已经开始在草拟了。12月中预计10月中会再开次会议完成这草案。那因为上个阶段其实中央很多大家是关心这一块，制裁移转这一块。那我们现在看起来。治理这一块有一个简单的建议，那你们要设立法务室，大家感觉好像是以后打官司用的，可是大家比较重视的是中院自律怎么处理这一块，因为你未来在你的预算里面，我们再看下一个南部园区这一块，再往前，就说中院现在被赋予了很多工作，现在有个南部院区，院长在你的预算里面也占了很大一块，那南部院区我们的定位是什么？我们是专题研究中心，我们院里面分为所跟中心，中心通常是以任务导向的。可是你在南部已经有个中心了，我们的这个组织的定位恐怕还要再另外再调整。那目前的想法将来可能会变了。目前的想法是里面的专题会挂在我们既有的研究中心里面，因为研究中心的任务主要是以跨领域然后专题性的做法。对，院长我知道，可是你南部本来就有个生技中心了，虽然规模很小，我们会搬进去，我们会合并，对，我们会合并那两个。可是你设个院区，如果只是中心，那跟院区这种概念好像有差距。我的意思说，会有锁下去吗？我们会新设里面的所有的人员都是新聘的人员或者是在南港的人，他愿意调离的北部到南部去，我们也会考虑。那这里面的研究是以研究中心的研究专题中心存在，是挂在研究中心下面，所以不会有锁下去。我们会以中心的成立所。因为成立所还需要这旷日费时的一个研议，还有通过等等的通常所都是以这个学术的学门为导向，那这个中心是以比较。院长，我了解，所以我才会问说，中心我知道中院就是所跟中心两种组织了。对不起，就一分钟。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你设一个院区。院区给南部民众的期待是中研院好像有一个相当层级的单位会下来，可是你如果还是用中心来处理，那你院区你会有一个副院长专门来处理他吗？将来是有想到这类似这样层级，目前组织法还没有规定容许我们这样子，但是我们需要修改组织法能够纳入这样的考量。为什么我觉得你这个很重要？因为你的国家生技园区啦，或是你的这个南部院区啊，这些在既有中研架构下面你现在可能都没办法处理，没错，没错。你现在多了两个单位，而这两个单位跟你原本的性质其实差异还蛮大的。对，南部比较近，那个园区我们会有一套新的想法，我们最近也因为其他像台大或什么是要设什么南部或什么，后来都不是很成功啊。我只是比较担心啊，如果你在南部园区的定位不清楚哈，我真的很怕，就是说你是买了土地了，你搞不好也盖了一些建筑，真的没问题啊。有没有研究员愿意下去？在那地方有没有适当的研究主题？而且你如果只锁不下去，因为我在研究院也待过了，锁跟中心还是有差了。好，
啊，你如果在那边没有所谓南部的锁，我不要说南部的锁，因为这个概念也很奇怪，为什么会有所谓南部，就是说你在南部的定位这个园区，当然政策上可能对你有这个要求，可我觉得中研院本身要想清楚这个地方要做什么，因为你几个都蛮抽象的，这个什么循环永续啦，农业生技啦，台湾文史啊，这个一定要到南部去做吗？我不是反对这个计划，我很支持这个计划，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你院区设在那里，可是你没有人员愿意下去，你也在那边找不到一个主题。我们要新聘人员，我们绝对不是说用台北的人移到南部去，我们是要新聘人员。那这些研究主题，北部下去不一定是你中研院里面的人，就说你能不能找到一些真的有学术能力的，好，那他会愿不愿意去南部在那边做？这跟南部科学园区不一样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我觉得这对院长是蛮大的挑战。对，所以我们那边就需要蛮多的建设，蛮多的资源，因为你的资料太抽象了，让人家觉得说是不是到现在中研院还抓不住这个南部园区的概念是什么？我们有相当这个希望下一个阶段能不能呈现更清楚的资料。我想给立法院了解。好，谢谢，谢谢。谢谢徐委员问的也是我很关心的哈，谢谢徐委员，谢谢，来，谢谢。我们中午休息到12:30，让我们议事人员整理那个预算提案的资料，所以也请中研院同仁休息一下，我们2:30再继续开会。好，我们现在休息，谢谢。你们赶快吃饭吗？休息一下。你们执行的，我还没到。下午啊，今天休息2:30。生意出，没有了。